谢谢。哎，我也爱你。谢谢。那男的跟着起什么哄？谢谢，谢谢各位的热情掌声。嗯，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是，刚才这个节目叫做《口吐莲花》。对，一段传统的相声。嗯，实话实说啊。啊，这个相声我也会。啊，哎，喂喂，这，我不会。我那里头没有苍井空。啊，这行了。这打也受不了，是不是？嗯，传统的节目口吐莲花，嗯，实话实说，别看这个我们行话管的叫打哏，是这样的节目呢，并不好演，是看这个捧哏的认不认。啊，二位呢说的不错，挺好，下去休息一下。嗯，这场呢又把我们两个人换上来了。嗯，先做一个介绍。嗯，我叫岳云鹏，是相声界的一个小学生。客气了，沉痛的隆重，沉痛，隆重，隆重。您说清楚，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嗯，于谦。啊，是我，于老师。客气，很多朋友比较纳闷，说我的搭档应该是孙越。对呀，今天孙老师干什么去了呢？嗯，我给大伙解释一下。哦，孙老师的媳妇儿生孩子了，真的，他还能生孩子呢？不是不是，他这个岁数，是是是，真的啊？你嗨，这事儿其实有蹊跷，这个啊，什么的呢？不是，孙老师的媳妇儿给孙老师生了一个弟弟。我说没他什么事儿吧，没听说过，别瞎说，咱就不提了好吗？不提可以，反正正在家哭呢。啊，这个那还是生一弟弟，反正有事儿今天来不了，就说有事儿。临时我们两个人搭档给您说一段。哎，其实呢，我非常的喜欢跟于老师在一起说相声，我们挺好的，捧哏巨匠，不敢当。你看啊，嗯，很多这个逗哏的相声演员，嗯，大伙儿耳熟能详，是都能记得住。嗯，你看我师爷啊，侯耀文，侯先生，大伙儿记得住。对，哎，他那个捧哏的叫什么来，我都不知道，你知道吗？哎，这怎么有人提起？不，没听说过。报名的时候就一块儿出来，侯月文、石富宽，叫什么？石富宽，石富，对，哦，他叫石富宽呐。你以为呢？哎，我没有以为，我不知道，根本就怎么能不知道这俩搭档啊？哎，搭档啊，很少有人记得啊。马三立是大伙都知道吧？嗯，这个相声泰斗，那是也说过很多这个对口相声。是啊，捧哏的大伙很少有人知道啊。那经常换，经常换。对，年轻的时候跟这个赵佩茹，对了，是不是大家呀？后来岁数大了以后跟这个叫王凤山，是是是，在一起说相声。对，捧哏的很少有人知道。嗯，但是于老师、郭德纲、于谦，嗯，顺嘴就说出来了啊，大伙儿捧捧哏巨匠，不敢当，不敢当。人也非常的谦虚。哦，说相声不是为了赚钱，是这家里有钱呢。啊，他不指着这个，真的，嗯，富六代，各位。你先等一会儿，你再等会儿，别说了，别说了。我听说富二代，我怎么富六代？就是富六代吗？那我还倒得上根儿去吗？我这个，有这么一句话说得好啊，啊，富贵无三辈，对，清官不到头，是就三辈儿，一般呢就富到三辈啊，到了第三辈人就挥霍，就不在乎钱了，就完了，就败家了。哎，到他这儿啊，依然不败家，你看多奇怪啊！什么叫多奇怪呀？不败家，就我们都不败家就完了，富了六代还富着呢。哎，对了，啊，最有钱的就是他的父亲。我爸爸，哎，郭老爷子，就那个老头 你先等一下，等，嘿嘿，特别棒，还行，别棒了，别捧了，你呀，跟你师傅学点好，行吗？我怎么净赶上你们这样的了？我爸爸会姓郭，还姓郭，你瞧们，怎么还郭老爷子呀？哎呀，啊，我是不是说错了？甭考虑了，就是说错了。姓什么？也得姓于呀。姓于啊？巧合啊？不是，不是巧合。子承父姓。行，于老爷子，嗯，有钱，嗯，在通县，嗯，北京的通县啊，啊，郊区有一个外号叫大菜猪啊，猪，大菜猪，大菜猪嘛，有钱。那叫什么外号？大菜猪，有钱。我没听说过，有钱的不叫菜猪，那叫财主。你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你这对不起，哎呀，我啊，最近我回了趟老家，这个嘴
有问题了，可能是。啊，你别说地方话。财主。哎，这么说你爸爸财主。哎，你爸爸刚争啊，是怎么着？什么叫财主啊？财主吗？别咬言杂字的，就是个大财主。大财主啊，有钱。嗯，人家那个房子啊，啊，值得一提。那有什么可说的？就那个院子，嗯，占地，嗯，960万平方公里。哎，吓人不吓人？哎，太吓人了！这就咱这些人全住人家里。哎，对，这国家都是我的了，是吗？赶紧把房产证啊，啊，撕了，知道吗？没办法，太大了，太大了哈，过了。这么说啊，啊，院子当中，嗯，两趟高速公路，光我们家院子就有两趟高速啊！好家伙，自己办 ETC 啊！自己跟自己还刷呢，跟那有用？有什么用啊？有用，两趟高速公路、啊、哦，其中有一趟叫做富宝高速。富宝高速从哪儿到哪儿啊？就是你父亲到保姆那屋。哎嗨，你先等，等等等，你先等一会儿吧。我爸爸这是走惯了腿了，是怎么？他上保姆那儿老这么修趟高速干嘛？要不办 ETC 吗？我爸爸这儿洗钱来了，跟给保姆洗钱了，跟着啊，哦，给他刷呢。还有一趟叫妈厨高速，妈厨就是你妈到厨子那屋有。哎，这好，他们老两口愣没有路，你知道吗？哎，父母高速不像话啊，那这才不像话呢，就是有钱。嗯，还有人家那个马桶啊，值得一提。这又有什么说呢？纯金打造，嚯，48K金呐，48K金。比24K 还有好一倍，48K 啊，纯纯的纯金，哦，48K金呢，啊，拉屎看不出来啊，你多吃点血豆腐，你这个特别黄，特别黄啊，我们也吃金子拉金子，马桶圈，各位马桶圈啊，镶钻石，马桶圈都钻石，尖朝上啊。血淋淋的马桶，哎呦！哎呀，太残忍了，这个就是有钱。哎呀，太残忍了，就是了不起、嗯、啊！他父亲人长得也精神啊，那是漂亮，人高马大。对，他不随他父亲啊，嗯，他随街坊。哎，去！这个人呢？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要是随了街坊就别说了，人有随街坊的吗？啊？生什么气呀？我不随父亲，我随街坊。随你母亲呢？这就对了呀。你母亲叫街坊啊？这是人名字吗？这个王街坊啊，还王街坊，小名叫邻居啊。哎呀，嗨，哎呀，这我姥姥姥爷太不会起名字了。这王街坊啊，啊啊，他父亲年轻的时候 啊，有钱就喜欢挥霍，有钱就造呗，造，嗯，去那个城里头玩，哦，去吃饭，好家伙，啊、吃饭，去吃饭，去吃饭啊，大饭大饭馆。老这么别扭着，大饭馆啊，去那个全聚德烤鸡店吃那个烧鹅，各位怎么那么乱呢？这个一般人吃不起 啊。是啊，去那儿禽类就都能吃到了是吗？啊？什么叫禽类啊？去烤全聚德烤鸡店吃烧鹅，这像话吗？还有鸽子呢？啊，这嗨，一个正经的都没有了。什么什么？全聚德烤鸭店。全聚德烤鸭店。对，往那一坐。喊服务员跟咱老百姓都不一样，那有什么区别？老百姓往那一坐，服务员过来我点下菜，这很正常，都这样、嗯、他父亲不一样，他呢有粪啊，他吃的是这个吗？嗯，有粪干嘛？有派头。哎，你说这个，服务员嚯，过来快点，哎呦，快来，嗯，自杀了啊。哎啊，气性太大了吧，这个有脾气啊，有脾气自杀呀，把服务员吓坏了啊。哎呦，先生先生啊，这不接，这给您刀。哎，刀非死那儿不可，死着就完了。没听说过，废话啊，点菜。哎，先生，这是我们菜单，这看看，你可以随便点，随便看，随便看，随便点，随便看一看，随便点一点。贫不贫的这服务员都有什么呀？啊，就看呗、啊。我们这是一个大饭馆，是什么都有哦，特别的齐全。随便点，随便看，随便看，随便点，随便点一点，随便看一看。碎嘴子，那位。大饭馆。对，什么都有哈。是是是。好嘞。啊。蒸一个骆驼。哎啊，
蒸骆驼不要切啊，生蒸好吗？嗨嗨，没那么大锅。先生，我们这儿不行，这太大了，这点不了。啊、你不说什么都有吗？我还较劲呢，费什么换呀？跟我这儿啊，这不能赖我。那这怨您怎么呢？有这要这个骆驼的吗？还蒸一个？就是不合适。嗯啊，再说了，您是大老板，我们是服务员，你跟我们较什么劲呢？说的对，我们也不容易。你看。领班经理都看着我呢、嗯、我不给您伺候好了我们不合适，是不是？真会说，真是有您这样的，不是不要脸吗？是不是？哎啊，这骂上了，谁不要脸啊？你说我不要脸，这得急。你怎么知道？哎嗨，行了行了，这别跟人对付了，这真不要脸是吧？开玩笑开玩笑，哪儿就跟这儿开玩笑啊？点吧。啊啊，骆驼没有哈？没有。来一个松花蛋。哎好啊，嗯，齐了。哎，这天上一脚，地上一脚，要落的变松花蛋了。不大会儿功夫，松花蛋上来了，吃吧。哎，吃完了松花蛋，啊，把姜汁一扔，哎，走了。把什么一扔？姜汁啊，姜汁还惦记喝了，你不扔是？没要，没有打包。啊，哎、那打什么包啊？走了。啊，回去还有螃蟹是怎么的？玩去了。啊，去那个歌厅舞厅歌舞厅。说半天是一个地方，在歌舞厅认识他的母亲。怎么在那儿认识的？这怎么了？在那儿，我妈干嘛在那儿？这不很正常吗？怎么叫正常？你母亲也是富贵人家的小姐呀。那倒是啊，是不是啊？这歌舞厅叫富贵人家啊。那儿的小姐似的。你想好了再说成吗？啊，那儿富贵人家那歌厅的小姐啊。哎呀，不是吗？啊，不是、啊，不是，不是，就有钱人家的姑娘，这就对了，也上那儿玩去了啊，在那儿两个人认识了，碰上的，跳上舞了，哦，还跳舞呢，哎，边跳舞边聊天，嗯，哎呀，姑娘，嗯，您这个腰真细啊，嘿，脖子，哎啊，往下捋捋吧，姑娘，太矮了，这个，真可爱啊，走，回家跟哥哥结婚，什么叫结婚呢？领家结婚去了，好，俩流氓这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亏得你想。按说呀、嗯，他们的生活应该是很幸福、很美满。是，其实不然。不美满吗？再幸福、再美满，也有伤心、难过的时候。有什么事情伤心？他父亲啊，没有儿子。对，你先等。您说，就别说了，别说了。这事你搁谁心里谁？不行，不用别扭。就别说了，你别扭，我比你别扭，知道吗？你还别扭啊？我爸爸没儿子啊，那我打哪儿来的呀？啊，我打哪儿来的呀？你看我干什么？谁看你？我的天哪！什么？差点破案呢、啊！快去！没有你什么事这里头，我就问你这事儿。我爸爸没儿子，我打哪儿来的？你看你老看我。我问你呢，我不看你。啥、啊？邻居帮忙，这谁说的？他说的邻居帮忙。别，咱厚道点行不行？咱把这事儿弄清楚了。您说的不对。哎呀，不对啊！啊，我昨天晚上想这事儿来的，怎么？你啊，街坊。街坊和街坊。不对，街坊是他妈，街坊。去。我明白了，就你父亲在没有儿子之前没有儿子。这不是都废话吗？这怎么叫废话呢？没有儿子之前可不是没儿子吗？他们家呀，人少、啊、特别是你这辈人少，哦，对不对？是，但是你父亲多。嗯，你父亲多。你父亲有多的吗？就一个。你父亲这辈人多，你把他说清楚了。咱算一算啊，啊，捋一捋。是，你有一个大爷。 对不对？有。你看啊，嗯，你大爷，嗯，是吧？嗯，你大爷。你大爷，你这说话带骂街的可不成。骂街，看谁骂街呀？你先说的，说一个就完了。你大爷啊啊！你还有一个三叔，对，你还有一个二大爷。嗯、你看，老哥仨到他这儿就他自己，这叫什么呀？千顷地一棵苗啊，各位。你等会儿，不容易，没算清楚。我有一大爷啊，我还有一三叔啊，我还有一二大爷啊，我爸爸呢？这老哥仨里没我爸爸呀，这个怎么丢了呢？怎么？什么叫丢了呀？
你没给算进去呀、啊、这个不能不、啊、老哥仨嘛，老哥仨我爸爸哪儿去了，我哪知道啊，不是这在这儿找什么呀，废话，你算 我跟你说相声我都累得慌，这个对我们家都累得慌，你有一大爷，是啊，你还有一三叔，是有，你有二大爷，那不叫二大爷，那就是我爸爸，你管你父亲叫二大爷，那你管你妈叫三婶吗？去去去，没有，你给我都弄乱了，别人管他叫二大爷，他行二、哦、对对对对，我记得你父亲行二啊，你父亲二嘛，对不对、啊、你爸爸才二呢，你看 啊你大爷、啊、没儿没女，是，对不对、嗯、你三叔不孕不育、嗯、哎，我三叔顶多不育知道吗，那谁不孕呢，啊，你大娘，你大娘这都挨着吗，这都我记得你大娘，别提你大娘去过新兴医院知道吗、啊、后来去那个前海医院，人给退回来，你倒都知道是吗，前海医院治前列腺，你大娘没有，废话，前海医院就治前列腺啊，我大娘能有前列腺吗，就是、啊、别胡说，别说这，就说没儿没女就完了，没儿没女啊，反正到他这儿就他自己啊，千顷地一棵苗，是没他之前家里的日子没法过了，没人了，他父亲一个人独坐在后院书房，嗯、啊、手里拿着一本金瓶梅，嗯，您瞧我爸爸看这书、嗯、看着看着看不下去了，怎么把书本一合放回原处，哦，换一本插图版的，哎，这个就只能看画了、嗯、看人家西门大官人怎么了，是一个淫棍，嗨，他也有后代子孙，是，看我于叉叉，哎，于叉叉某某啊，某某说某某、啊、看我于某某啊，我也是一个淫棍呢、啊、谁说的，有这么说自个儿的吗，我怎么就没有孩子呢，啊，哪怕来个姑娘啊，也是最次，嗯，来个京班啊，啊，狗啊，我怎么就没有孩子呢，啊，说着话一伤心一难过，哭叉哭了，哭叉是哭了，哭叉这是拉了知道吗，哭有哭叉哭叉的吗，哗哭了啊，尿了，滋啊，滋的挺远，反正哭了，哭了没声，巴嗒巴嗒掉眼泪，这可以，巴嗒巴嗒掉眼泪了啊，你父亲这正尿，这正哭着呢，还是尿着呢，哭着呢、嗯、小丫鬟从这儿路过啊，扒窗户一瞧，嗯，哟哟，这老不死怎么了这是，哎，什么话这叫，丫鬟有这么说话的，内心活动啊，别说出来，这老员外怎么了这是，嗯、啊、怎么还尿，怎么还哭上了、啊、非是尿的是怎么着，不行，我得上内宅禀报安人，还内宅，小丫鬟一溜小跑，嗯，这个忙叨劲儿的，来到了内宅啊，扒窗户一瞧，嗯，他母亲也在那儿伤心难过呢，他也难过，手里拿着一本儿、哎、他们怎么知道，哎，谁真拿着呢，看的是一本书是吗，金瓶梅啊，看着看着看不下去了，哟，把书本一合放回原处、嗯、换了一本插图版的，换了一张盘下来看视频了，好家伙，哪都不过瘾，感觉。看人家潘金莲啊，是一个荡妇，嗯，他也有后代子孙。他有吗？我哪知道啊？没有，你说他干嘛？看我某某王街坊，差点忘了。现编的呀。王街坊。嗯。我怎么就没有孩子呢？嗯。哪怕来个姑娘啊。是。最次。来个京班也得来个吉娃娃呀，哎，好，越要越小，这个、我怎么就没有孩子呢，啊，说着话一伤心一难过，哭叉滑，嗯，他们没蹲在一块儿吧，巴嗒巴嗒掉眼泪了，是你母亲正哭着呢，啊，小丫鬟赶紧过来了，哦，哎呦喂，夫人您怎么也在这哭呢，嗯，后院书房老爷爷在那哭呢，哎呦，赶紧过去瞧瞧去吧，嗯，咋干嘛要唱啊，是怎么喊上四个丫鬟啊，春梅腊梅烟梅硬梅，哎，好嘛，冒着烟就去了，这几位四个丫鬟扛着你母亲来到了后院，怎么还扛着呀，没腿，哎，没腿，来到后院，
等会儿吧，我妈哭哧啊，是怎么着？扛着过去。我说你妈是哭哧了吗？那怎么就没腿啊？有一条真腿啊，来到了后院。还一条假腿是吗？不是，前面那俩是真的啊，后边俩假的。我妈四条腿啊。不是啊，后边那俩有可能也是真的啊，全是真的都不像话。嗯，人有四条腿的吗？几条腿？两条腿都是真的。两条真腿啊，两条假腿。不是，搀着你母亲啊，来到了后院书房。对，进去一瞧，你父亲正挠墙呢。啊，干嘛？狗啊，是怎么着？难过呀！哎呀，我怎么就没有孩子？苍天呐！哎呀，难过呢。嗯，你母亲赶紧过去。哦，得劝劝呢。是得劝。我说老员外，嗯，平日里您都欢天喜地，今日为何愁眉不展呢？你瞧，我说鹌鹑呐，嗯，鹌鹑呐，等会儿吧，鹌鹑干嘛要掐架呀？是鞍人，鞍人，鞍人。我说鞍人呐，嗯，我把你取出来多少年了？存款呢？是怎么着？我妈是打银行里取出来的，是怎么着？不是取过门来，我把你取过门来多少年了啊？四百余年了吧。好家伙，老妖精，十四五年了吧。这就对了，你给我生下一儿了吗？嗯、哦、没有。嚯、哦、养下一女了否？嗯，否。哎嗨，这别这么美了，无儿无女，我要你何用啊？啊啊，赖我吗？赖你们老孙家，来你们老于家。哎呀，你们缺德不要脸，我去你的吧。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你等会儿。老孙家干嘛？我们家卖泡馍的是怎么着？这还老孙家什么事的？哪儿的事情这是？不是在你，不是谁说要退票？说老孙家习惯了。不是，那也不退票啊。再有一说哪都没关系啊。啊，这不像话，在这儿干嘛？俩人站山头上这说话，干嘛还给踹山下去了？是怎么？不是不是、啊、你父亲一着急也蹦桌子上了。上桌子了。你母亲一生气躺地上了。这什么毛病这是？其实光打架还是没有用的啊。但是夫妻没有隔夜的仇。对。转过天来，两个人一商量，要去高山求子。好，就这么一宿就过来了。就是去拴娃娃。是，跟大伙儿讲解一下啊，什么是拴娃娃？哎呦嗨，拴娃娃呀、啊，旧社会的一封建迷信。没错。哎，比如说这小两口没孩子，嗯，哎，就迷信说啊，到庙里头，到娘娘庙，拿一根红绳拴个泥娃娃回来，仿佛就给带子回来了。对了，都是迷信。回来就怀孕了。对呀、啊，这是封建迷信。是。他母亲为了他拜访过四大名山，是去过峨眉山，去过，去过五台山，为我，去过普陀山，为我，去过花果山，哎，为猴那是，为什么猴啊？花果山干嘛呀？京西妙峰山。对，京西妙峰山是四月二十八的庙会。对，他母亲三月底就开始捯饬，干嘛那么早啊？为了抢烧头一炷香，哎呦，虔诚。由打苏杭二州运过来的绫罗绸缎，一件一件做成了衣服。嗯、好，家奴院工站好了，摆成一排，一人手里拿着一件衣服。啊、嗯，他母亲开始挑，这挑衣服。嗯，哦，这个好，这个红色我喜欢。夫人是这件吗？是的。还没长个呢，这位。怎么还这么矮呀、啊？平视，平视啊，平视。这个好，我喜欢穿这个红色。嗯、哼，啊，这儿脱呀，等会儿换衣服。这儿当着人就家奴员工。你母亲也说了啊，家奴员工都转过去，这就行了，都转过去。哎，我上头了换去。哎，非追着是，非追着让人瞧是吗？上屋里换去，就得屋里头。上屋里换好了衣服啊，开始洗脚。哦，过去的女人呢都裹脚，是把这个。缠足布卸下来啊，洗脚，洗，洗完了脚以后水都黑了，怎么那么脏、啊、再洗脸。哎，没听说过，干嘛脸白染染是怎么着、啊、先洗脸，先洗脸再洗脚，这就对了，然后漱口。哎，这嗨，全乱了您这个。总而言之一句话，嗯，梳洗大便完毕以后，大便完毕啊，说的还挺细致。梳洗打扮完毕以后，哎，准备出门。嗯，门口啊有一辆大马车在那等着呢。大马车。什么叫大马车知道吗？您说。前面一大马，后边一车、嗯、哎，全是废话，全是废话。关键上面有一棚子呀，那叫大二车。大二车。对，车夫一撩帘，他母亲过来了、嗯、啊，他母亲准备练一练。
还练一练。小时候练过武术。哦，有身手。哎，他母亲电铃腰蹭，哎，上去了。好，走吧，走。不到三分钟啊，又回来了。怎么回来了？他母亲窜过了。窜过了是？人没在车上，从那边出去了，没掉车上合着。啊，再来一回，再窜，嗯，蹭，蹭，都没掉上。简短截说啊，四个钟头过去了。嚯，他母亲一失身上去了，一失身上去，那一失手掉车上了，掉车上了。好，失手掉车上。走吧，嗯，不到十分钟到了，到了京西妙峰山上，窜四个钟头，十分钟就走到了，有这功夫溜达过去了都，那窜都窜过去了，没有身份啊。啊，非这么窜才有身份呢。哎，对了，啊，到了京西妙峰山山脚下，啊，依着他母亲的意思，要拜山，拜山是，一步一个头磕到山顶上，显着虔诚，特别的虔诚。嗯，这会儿小丫鬟得拦着，拦着。您琢磨呀，嗯，一步一个头磕到山顶上，人得成什么模样呢？真是，小丫鬟是他母亲的贴身丫鬟啊，这关系好。什么叫贴身丫鬟呢？嗯，就他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嗯，小丫鬟陪着他母亲睡觉，贴身的吗？一个被窝睡觉。对，小丫鬟说了，说什么呀？夫人呐，夫人，咱找一个二人谈。这是小丫鬟吗？这个，这就是我爸爸。这个，不是啊，他嗓门稍微有点粗。再细一点吧，再细点啊。夫人呐，夫人，嗯，咱找一个二人台怎么样啊？二人台，抬到山顶上，你说呢？还捋胡子呢是吗？这捋胡子这声，这小辫儿啊，小辫儿这么捋啊？这没听说小辫这么捋。哎，捋小辫，哎哎，找了一个二人台啊，又叫滑杆，是抬到山顶上。嗯，到了山顶上，依着他父亲的意思啊，敬山。什么叫敬山？闲杂人等全都闪开，哦，就剩他母亲抢烧头一炷香。这可太厉害了，光有钱还不行啊，还得有势力。对，大伙儿得听他的呀。啊，得服管呢。他父亲站在山顶上大喊一声，说什么？闲人闪开，哎，我要净身。唰，净身呐，不是净山吗？我说的是，您说净身。哎呀，我有口音，可能是。您怎么单这时候有口音呢？你闲人闪开，啊，我要净山身。哎，好，非搭上自个儿啊。怎么还一啊呀？就显得有些疼痛感。哎，这嗨，还是净身那个。闲杂人等全都闪开了啊！偌大的大雄宝殿就剩他母亲一个人，真好。还有一个老和尚。哎啊，老和尚没有啊？老和尚出去，旁边他得念经啊。啊，我爸爸干嘛去了？你爸爸不会，你爸爸害怕呀。他做什么亏心事了？他害怕？他不会念经啊！啊，就非老和尚。哎，老和尚念经，嗯，我给您学学老和尚念经。哎，好啊，求子经。好好好。今儿各位来着了啊，嗯，我轻易不念啊，来吧，学一学。他是不是听懂了？这嗨，您这玩意儿谁能听得懂？那小孩是不是求来的？您这玩意儿谁能听得懂啊？您就念吧。啊，听懂的人越来越多了哈。道场正就正气将成，斋主虔诚上香设拜，坛下主将声号，苦海滔滔孽自招，为人不行半分好，枉在世上走一遭。这是求子经吗？这是是是，还搭什么茬儿啊？远观山有色，细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八月中秋雁南飞，一声吼叫一声悲，大雁道有回来日，死去亡魂内不回归。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你这是求子经吗？这个啊，咱前面就不说了。要是求子经，这欧耶是怎么回事？法
梵文。哎，这叫梵文，就是求子的意思。梵文。欧耶。哎，对对对。头一天来在鬼夜门鬼门关，欧耶。哎呀。这不是求子去了，这是取经去了。这是求子经跟取经，他现在取经啊。啊，就别废话，就不要这个，就念求子经啊。求子经啊，哎，旁边老和尚念经啊，他母亲往这一跪，嗯，烧香祷告。哦，老娘娘在上，嗯，小奴家缺门德事在下。哎，你妈才叫缺德呢。野门鸡是在下。野鸡呀，啊，傻门旦是在下。去你的妈，没听说过。某门某事什么什么？于门某事。王氏王街坊嘛。哎嗨，他老记着这个，差点忘了。好，于门王氏在下，啊，活不辞是。希望老娘娘乐什么呀你？希望老娘娘保佑我们得一大胖小子，嗯，我们愿意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嗯，小奴家在这儿给您磕头了。哦，当当，我妈脑袋石皱的是怎么着啊？老和尚旁边敲磬呢。你说清楚了行不行？他母亲站起身来，啊，又打兜里掏出一个红线绳来，要拴，准备拴娃娃，就是这个。我妈打新疆马队下来的，这是要套马，这是。抬头一看，怎么着？老娘的怀抱一个，拴他不好。为什么？长大以后真命天子没那个命。哎呦。低头一瞧，嗯，地上趴着一个，拴这个不好啊，淘气不好养活，那怎么办？再找吧，啊，找来找去，找来找去，嗯，在老娘娘供桌底下发现四个娃娃，都谁呀？你、梅艳芳、柯受良、张国荣，我跟仨死鬼呀，啊，炸金花呢，啊，还玩呢，啊，还玩牌呢，啊，你母亲一眼就瞧上你了，哎呦，把你抱起来，这是我的娃娃，啊，这是我的孩子，是我喜欢他，嗯，把你抱家去了。好，到家以后不到一个月啊，你母亲怀孕了，你瞧瞧，不服行吗？真的不服行吗？是啊，老和尚多灵啊，啊，老和尚非常感谢各位，刚才这个节目叫做拴娃娃，嗯，是一段传统的相声，老的 很多相声演员都演过这个作品，嗯，也是一段很积极向上的作品啊，那个这倒没怎么听出来，这样的作品呢其实也并不多见，是拴娃娃传统的节目，好听也不好听您各位担待着听，嗯，海涵，反正票已经买了，嗯，嗨，不退票了吗？是啊，因为不退票是我们的服务宗旨。什么宗旨？这是想怎样都行，就是不退票，嗯，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这叫翻场。对，我一般跟孙老师喜欢跟大伙儿共同的聊一聊，说说话。您各位有什么想知道的问题？我们今年的演出安排呀，就各种，您可以随便问。嗯，以前孙老师在的时候，可以问孙老师身高体重什么的。嗯，当然了，今天也可以问 啊，因为他没在。嗯，嗨。我们可以随便说，哎，对，你可以举手问，聊一聊今年的演出安排，没有人问吗？啊，您可以举手，哦，只要您敢举手，啊，怎么着，我就给您轰出去。哎呀，那还问什么劲呢？可以随便问，嗯，啊，我天哪，这么尴尬吗？嗯，你打算让人问什么？五环之歌，五环之歌，五环之歌，快！不是，大哥，这歌我没听过啊，我只听过领悟，没有听过多么痛的领悟，多么痛的领悟，我听着多么痛的礼物，你知道吗？这玩意儿给什么礼物了？这个这歌我，懂得还真多，嗯，于老师唱一个，这个因为不太合适，嗯，因为这个捧哏的一唱啊。嗯，比如说我们俩这一场节目1000块钱，就是捧哏那一唱他就拿走一多半，嗯，所以说呢就不能让他唱，分赃不均，嗯，对了对了，点别的可以随便说啊，啊，比如说孙老师的体重什么的，啊，没完了，哎，孙老师的体重其实我的体重啊，我体啊，北展的专场，你买票了吗？
啊？听完了再买。不行，买完再停。嗯。北展呢，其实3月8号妇女节这一天，我在北展有一个相声专场。啊，你提醒我了，我正好做一广告。这个，啊，妇女节谁说父亲节了？谁说父亲？他说父亲节。妇女免门票吗？嗯。你疯了。你可以不来啊。我们就指着妇女过日子呢。啊，他有时间他就去，你知道吗？我派一帮妇女去。我先回答你这个问题，有没有新作品？其实啊，在这个大剧场演这个，吓我一跳，你干嘛这么喊？在大剧场演这个新作品，对观众来说并不公平啊，因为新作品必须要在这个小剧场打磨一段时间，嗯，才能够拿到大舞台去演。这叫试水。哎，因为这个大剧场去演这个新作品的话，如果说有瑕疵，如果说有不对的地方，你要喊退票，我们真没辙。哎，这还。所以说呢，我们就尽量避免退票这个小剧场。小剧场我们可以愣不退。大剧场不行，知道吗？真的是对大伙儿并不太负责任。我们争取会有新作品出现。今年我已经想好了啊，有这个新作品。是啊，希望大伙儿拭目以待。嗯，我们静静的等待，好不好？啊，演小品，我是相声演员。自打初一以后到现在，我收礼物收到了已经6个铁锤了。我真后悔，应该在春晚上给我女朋友起名字，叫什么钻石啊，叫什么翡翠，这好听点的名字哈。啊，这落空了。啊，点痦子。嗯，牙拔了，痦子没点。啊？3月15号什么日子？打假的那日子呗。嗯，郭老师什么日子？北展呢？我是3月15号北展呢。我天哪，我怎么不知道？我3月8号，他15号，这不抢我的生意吗？这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呀？凭什么？他15号啊？啊，我不知道，可能没我。他不看我，怎么会有我呢？不会有你了。谢，这个我们不太清楚，这个一般都是提前1-2个礼拜才开始分布这个节目单。嗯，现在还不清楚哪天演什么。嗯，谢谢大伙儿，咱这个就不聊了，因为没有一个正经人啊。给大伙儿说一个吧，说一个什么呢？生活当中真实的故事。哦，说点谁的事儿呢？嗯，说点，也就是我了，你这，郭老师啊。嗯。他不敢，不是？怎么不敢？怎么不敢？真敢！真不敢。行，说一个我师父的事儿。好啊。啊，怎么回事呢？我师父跟于老师这些年呢，从2005年开始，所谓的就是火了以后，嗯，一直到现在已经8-9年的时间了，是不是？嗯，出去卖去也挣了点钱。谁卖去了？谁卖去了？卖艺说相声。我们哥俩合作，你说我知道的事儿。好好好，你别老说我不知道的事儿。这样的演员最坏，差点给我带沟里。这个谁给谁带沟里？真事儿，出去卖艺说相声挣了点钱。嗯，分别也都买了房了。嗯，在一个小区买的房子，是住邻居，住邻居。嗯，两家呢都请了保姆了。是啊，王嫂李嫂啊请了保姆，两家的保姆经常在一起啊碰上啊，什么遛狗啊买菜经常能够碰见。来楼下，两家的保姆经常在一起聊天。嗯，他的保姆先说话了。说什么呀？大姐。嗯，大姐你可不知道。嗯，你知道我每天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什么呀？是太太，是太太，就说明他媳妇事儿多，经常吩咐人家干这个，要求人家干那个。嗯，人家只能说是太太，是太太，老说这。我师父的保姆说了，嗯，你算什么呀？啊，你知道我每天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什么呀？不，先生。不，不，先生。哎，行了。
就不要加语气了，这真事儿，真事儿、啊。好好，我喜欢听，甭管真的假的。再来一个。啊、嗯哦、不行，是、嗯、要不是惹祸。这个，说点我自己的事儿吧。嗯。其实我这些年的出去卖艺说相声也挣了点钱。嗯。真的，我没有买房啊，那房子咱买不起。嗯。买车了。哎，对了，买车。哎，这个今天的限号我就没开，嗯、知道吗？我车挺好的。是吗？你才九手奥拓呢。九手奥拓。什么观众这都是我的车挺好的什么车得了这个不聊了是怎么的你管着吗不是你说到车了吗您的大 QQ 开着我说什么了是不是我没问你我呀你说你呀这不是我啊永久我的车今天自行车啊限号你知道吗那还有什么号啊那个反正没开没开没开没灯那是谁说的我车有灯啊有灯灯起来呢这前面那个有一灯特别亮哎行了行了还是自行车吗不是永久、嗯、永久卖了抛弃了那买汽车哎换汽车了啊吉普啊那不错吉普啊啊好牌子是吗听说过吗吉普啊吉普知道哎啊勾俄俄坡那个什么乱七八你到底说拼音说英文呢这里勾俄俄坡吉普吗啊你就说吉普大伙都知道了三驱我这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会儿拉不了多少货吧三驱电动三轮车我说电动三轮了吗废话汽车有三驱的吗怎么不能怎么不能怎么能你说说一般都是几驱一般四驱两驱两驱对啊有四驱有两驱是啊我那就是三驱那轱辘找谁去前面那俩转啊那个备胎它也转还是自行车自行车后边你骑着背一备胎这不是神经病吗就是两驱两驱就完了两驱吉普啊我们家住的稍微的远一点哦，住昌平，嗯，回龙观那儿是中间有一段高速，嗯，今天我就是开车，本来我开着车呢，嗯，上高速，谁成想在高速上出了点事儿，怎么了？别笑话我啊！你说出了点事儿，着了，什么着了？车着了，汽车着火了，自燃呐！哎呦，哎呦，我心想怎么回事啊？啊，后来我才明白怎么回事，没松手刹，太拉乎了。愣滑滑着了你瞧瞧反正有保险怕什么呢、哦、我从车上下来嗯，翻高速坐公交车上来来给大伙演出太敬业了您这那可不是演员嘛说相声嘛、嗯、车都扔了哎，给大伙演出嗯，正好过来一辆公交车嗯，我就上去了好、哦，旁边有个座嗯，吧唧我就坐那儿了你是摔上去的那我刚坐那儿过来一大姐哦，跟我聊天嗯，跟我寒暄寒暄跟我搭讪还搭讪孙子给我起来嗨这就不叫搭讪了、嗯、我堂堂七尺男儿啊能屈能伸七尺男儿啊能屈能伸呢啊哎我就站起来了、嗯、是吧你还这叫能屈能伸啊刚才我屈着呢现在我伸起来了来哎这亏得您这么理解了、哎、嗯我就问他呀嗯我说大姐凭什么让我起来呀 啊凭什么嗯这是我的座啊哦我是售票员您坐人售票员那儿了好瘦的姐哎您瘦的姐售票员嘛那就叫瘦的姐瘦的姐您坐这儿啊旁边还有一个座儿哦吧唧我就坐那儿了、哦、又摔上去了又过来一个大姐嗯又让我起来为什么我起来干嘛回来怎么了干什么啊大姐啊干什么你说干什么嗯你说干什么怎么了这是我的座儿怎么见得刚才我买票去了啊、嗯、再说了我怀孕了知道吗哦哦孕妇是看不出来呀、啊、看不出来几个月了嗯仨钟头了哎这那叫孕妇吗那个那可不是孕妇吗你知道怀上没怀上啊哎呦啊赶紧哎坐着嗯小心啊小心啊危险是、哎、你说您直接坐那儿不就完了吗嗯没有嗯这大姐从兜里掏出一个湿纸巾来干嘛呀心相印的哎这别提他就跟那擦嗯什么意思擦什么擦那个座位他什么意思就是嫌你脏呗还能什么意思嫌我脏各位啊我新换的裤衩啊嗨
提这干嘛？嫌我脏？不是，你就穿着裤衩出来的是怎么？怎么了？你提着啊？真的呀？我那裤子不是着了吗？你坐在手刹上了是吗？连裤衩都点着了，您这裤衩没着啊？裤子着了啊？我脱得快呀，汗毛都没了。哎，加手刹加的还真紧，您这个。你说你擦完坐那儿不就完了吗？啊，没有。嗯，又掏出一个干纸巾来。嗯，舒洁的。哎，这老有这牌子。接着擦啊，擦完这才坐下。多气人，多气人，瞧不起人是不是？干嘛生这么大气？谁成想这大姐刚坐下，嗯，出了一个虚功。什么叫虚功啊？文言文就是放了一个屁。孙子，上边那才是文言文呢，知道吗？这咱得说两句了啊。不说两句不合适了啊！你得说说他。我说大姐啊，真好干净啊！怎么呢？擦两遍不行啊，还吹吹啊！去你的吧！谢谢各位，谢谢。给大伙儿唱一个吧。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唱的演员，喜欢唱。《五环之歌》这首歌呢，其实成名了已经很长时间了。这首歌是我的原创。哦，自己写的。我知道这么说有些不要脸。前几天我在春晚的后台，我碰上这个蒋大为老师了。哦。我说感谢您，您的《牡丹之歌》促成了我这么一段美好的姻缘。因为改编自这个牡丹之歌嘛。那倒是，五环之歌。嗯，他说嗨没事儿，早我就听说这个五环之歌了。哦，没关系，你随便唱。嗯，反倒让我这歌特别火。嚯，我说那就行。嗯，他说也给我带来一些困扰。怎么呢？我在演唱会上唱这个牡丹之歌的时候，台底下跟着我唱全是五环之歌。这比他那还普及呢。对，我比较郁闷。我说跟您抱歉。他说没事随便唱。我后来我们就那个随便唱之前我唱的时候，你是之后随便唱的吗？之前也随便唱了，多新鲜的。这个好听不好听，各位担待着听。《五环之歌》唱给大家。好，来。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五环，你比六环少一环。终于有一天，你会修到七环。修到七环怎么办？你比五环多两环。五环。还有这毛病呢，你这。我是有点不要脸。终于有一天，你会。我发现一个情况啊，很多朋友不好意思张嘴啊。怕你身边的朋友笑话你，其实你身边的朋友也怕你笑话他。嗨，谁也别笑话谁啊！度过一个开心难忘的夜晚，嗯，再来一回啊！要了命了！二楼的朋友。后面的朋友让我感受到你们。行了。你会哇，蒋大为。我以为那疯了一个呢。谢谢大伙能够认可我这首歌啊。谁认可你？接下来好好给大伙唱一个歌曲《青藏高原》，唱给大家。是谁的？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会儿。哪儿就张嘴就唱？什么呀？张嘴就唱啊？怎么了？我拦着你是为你好。没事儿，没事儿啊。不是啊，你先等一会儿。你要疯，我看这是。是我要疯，我开心呐。你开心，你别这照顾点自个儿。是谁？别唱了你。
干什么？我拦你一下，为你好吗？没。您说，您说。青藏高原啊，本身就是女生的歌，对，女生唱比男生就高着八度呢。对呀、啊，您现在唱青藏高原，拿起嘴来就唱，前边没事，后面那高腔到后边怎么办？没关系啊，您多虑了，是吗？我唱不到那儿就死了。哎，这嗨，是谁留下？这也是我的成名曲吗？不废话了，直接高腔了 啊！真的？哎，好啊！你要买的什么乱七八糟？哦，对不起，唱错了，唱错了。啊，你把那个舞台上的带到这儿来了。最近可能看电影看多了。哎呀，别提这。亚麻索、嗯，亚麻索也不像话。阿拉蕾，哎嗨，亚拉索。对，你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一起唱，一起唱。谢谢谢谢。于老师。于老师来一个吗？我别来了，我今儿驻场，拿多一半钱不合适。于老师，今天要这钱我不要了。真唱啊？啊？怎么那么些礼物？一无所有啊？行，崔健的哈，一无所有。咱们唱几句啊，唱几句。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哦，你何时跟我走？哦。你何时跟我走？唱得多好啊，是不是？捧我了，捧我了。再来一个。好嘞。哎，你这钱还要吧？要吧？我还累傻小子呢，是怎么着？好吧，我给大伙儿唱一个啊。哎。送行了哈，一不叫你又来呀，二不叫你愁啊，三不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啊，小妹妹的兜兜本是一个金锁链啊，情郎哥的兜兜把了包他镀金钩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啊，吓我一跳，吓我一跳，原来都是悠悠，谁嘿嘿来的、啊、没呵呵就行了。小妹妹送我的郎啊，送到了大门东啊，偏赶上这个老天爷下雨又刮风啊，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好啊，下小雨留我的郎多待上几分钟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啊，送到了大门南呐、啊，顺腰中我就掏出来两块大银元呐、啊，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上一张火车票啊，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上一根中华烟呐、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啊，送到了大门西呀、啊，
一抬头我就瞧见了有一个卖梨的呀，我有心给我的郎买上梨两个呀，又想起身子虚吃不得那两东西呀，小妹妹送我的郎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啊，看谁累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啊，送到了大门北呀，一抬头我就瞧见了王八驮石碑呀，若问这王八犯了什么罪呀，只因为他说相声桌子挡住了腿呀。谢谢。那是不是房卡呀？谢谢谢谢，感谢朋友们，谢谢。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刚才二位跟您连说带唱说了一段，下去休息一下。这场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还有我们俩，我们俩给您唱一回。嗯。刚才呀、啊，那个《白蛇传》那是瞎唱，胡来啊，没有那么唱了啊。就是开心。吃的干水了。接下来好好跟您唱一回。对了，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唱的演员。您是爱唱啊？打小就喜欢听，喜欢唱。是，后来学了相声以后呢，说学逗唱。嗯，唱是太平歌词。没错。其实学唱歌啊，什么唱戏啊，这都归学。学，学人家怎么唱。对。孙老师也喜欢唱。我还凑合。打小就喜欢。是。后来结婚以后，嗯，娶了媳妇儿了，是，媳妇儿也喜欢，哎，对吧？对。我媳妇儿喜欢，你怎么知道？喜欢唱歌嘛，对吧？嗯。有一次他媳妇在家唱歌，嗯，我给您学学啊。对。哎，等会儿，你们方面有问题。什么问题？我媳妇儿在家唱歌啊，你怎么知道的？大家都知道。什么问题就来了？这让我没有办法接呀、啊！这个是你让我怎么过这个坎儿？改群口了，这怎么？你没说，我没说这个，我说我媳妇儿那事儿怎么回事？你媳妇唱歌是不是你跟我说的吗？我跟你说这个嘛，我给你学学啊，在家唱。我媳妇儿是谁在唱歌？我媳妇儿温暖了寂寞。你看看这范儿，白云悠悠，蓝天依旧，有花漂泊，在那一片苍，一个人生活，看见远方天。看什么呢？璀璨的烟火。在你的心上，一晃像星光。去远方。好，丢状了。他媳妇一唱歌，是这位就上阳台抽烟去。我干嘛躲出去？让邻居们知道啊！我没打他。嗨。太难听了，比较难听。是啊，跟我不一样啊。你好听，我当然好听了。啊、哦，这样吧，我出个主意，哪么样？我唱一首歌啊，我让你猜好不好？猜什么呀？猜谁唱的什么歌曲？歌曲名？哎，有一些难度。哦，没有难度。听这个啊，您唱着吧，听听。当你老了，那第一句就歌曲名。头发白了。行了。睡意、哎、昏
晨，哎，有点意思还是。当你老了，又提醒我一遍。走不动了啊！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什么歌？当你老了。当你老了。当你姥爷。哎，当你祖宗。我什么时候骂街了？你骂街，你说当你姥姥。你都什么耳朵？这是当你老了。当你老了。哎，猜对了，猜对了，怨我了。我第一句就把歌名唱出来了。歌曲一般第一句都是歌名。你听个这个吧。不可能。哎，都是歌名。没有问题。雾里看花，雾里看花，雾里看花。大家手鼓唱起歌，大家手鼓唱起歌。第一句没跑。让我们荡，让我们荡起双桨。阿莲，这更简单。阿莲，耶，俩字。好，听这个啊，这怨我了。这难不倒我，你唱100首我都知道了。真行。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这名字这么长吗？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第一句是让你疯，让你去放纵，以为你有天会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你再唱一遍第一句。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第一句什么？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就别逃避。给了他的心，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过火。你有毛病啊！你吓我一跳，知道吗？是过火吧？过火。啊，那对。我说我能猜到，能猜到。听这个啊，还有好的。我那个唱一个好的。还有好的。嗯，最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嗯，橄榄籽儿，唱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喜欢。哎，我怎么没听说过这歌啊？哦，橄榄菜，橄榄菜，橄榄菜呀、啊。那橄榄油不好吗？橄榄油，橄榄油，橄榄油什么呀？橄榄树，橄榄树。哎，你还会这歌呢？那当然了。行。奇遇。哎，对对对，好听啊。您俩，你好好唱，我听这个，女生这个轻柔。不要问，哎呀，啊啊啊、好听，真好听，真好听，哎呀，那就跟手术成功了似的。不要问，哎呀，啊，你什么踩电门了？好听，好听。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我会告诉你很多很多。大家一起唱好不好？什么叫一起唱？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我会告诉你。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我会告诉你很多很多。哎，咱们石家庄是没有 KTV 是吗？啊，有歌就跟着唱哈。哎，这是橄榄树吗？你告诉我里边哪一句有橄榄树？啊，这不杨钰莹吗？这不？哦，对，杨钰莹，杨钰莹。橄榄树，唱错了，不要不要我哎，对对对对，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改包阿敏了，不要问从哪儿来啊，不要问我从哪里来，调不对，把词儿改了，不要问我，改德华了，行行行行，刘德华你看看吧，你会不真笨，你听着，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要不回北京吧，我来了，你来吧，你说我得罪这人，别别别，这人干嘛吧，你不要问我，不还是您唱着，我就一句吧，就一句，还得您来你加油啊，加油啊，你这玩意儿好哄呢，你别听他们瞎嚷了，他们就为了激怒你，你知道吗？没事，还是你吧，您上过《我是歌手》啊，是吧？您跟李健健合唱过呀，最终没拉上手吧？对吧？您上过专业，您来呀，我来，还得您来是吧？爱听这个这话的。不要问，不要啊！你来。我上过，你是我奶奶行吗？我上过歌手。对，你上过哪个歌手？我上过《我是歌手》那个节目，请您说全。我说唱歌圈这么乱，您来着，你们安静的话，没点王法。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好的，您来。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想在远方，不是河南吗？你来，哎，不，你这皮怎么这么急呢？那我唱河南好听吗？问题，咱不是说了实际情况吗？我的故乡在河南，都一样。为什么流浪？调曲老师来，流浪远方，流浪。你这上我是歌手就是不一样，不一样啊，那是，人家不出场，好听啊，那是。其实很多歌啊，刚才唱这歌，这是学人家，学人家，很多歌。有的歌词好听，有的歌词特别恶心，特别过分，特别过分。有的歌词特别过分。哎，过分。什么歌啊？我给你唱一个啊。眉中间有个空点，裤衩遮住脸。哎、这裤衩遮住脸，就是。你等会儿。不好听。人家不是裤衩，那红纱遮。不是裤衩。红纱不好听。好听。眉中间。有个红点，红纱遮住脸，不好听。
怎么这么难听呢？这个句话，还有的有的歌词不合理，歌词还不合理。刚才唱那个过活，啊，过活怎么了？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关于柳岩，他装作无动于衷，我不可能嘛，我做不到，我做不到。哎，燕子，没你我活不下去了。你这都什么手势？不玩笑了啊！别闹啊！嗯，武汉之歌唱给大家好不好？好。唱完就结束了，你看现在已经是很晚了。哎呀呀呀呀呀！您哪儿瞧着是？我就让你看看白不白，真白，白癜风。已经很晚了，武汉之歌唱给大家，会唱的一起唱啊！好。啊，武汉，你比四环多一环。六环少一环，终于有一天你会修到七环，修到七环怎么办？你比五环多两环。你看这个歌词，它合情合理，它很唯美，很唯美。那个谁夸你了？一起唱好不好？找一找演唱会的感觉啊！天，各位不要吝啬自己的嗓音，咱们嗨嗨皮皮的唱起来啊！什么叫嗨嗨皮皮啊？我的淘宝网店。行了行了，我多余问他卖辣酱，希望大家买我的辣酱。那个武汉之歌一起唱啊！啊！稍等一下啊，我发现很多朋友不好意思张嘴唱啊，要脸。你说这我都不爱听啊，什么叫要脸啊？怎么什么年头了还要脸？什么年头也得要脸呢？不要了啊，不要了好吗大爷？老有大爷这里头啊。阿姨，要脸是不是？太对。终于，上面的朋友，这边没有钱的朋友，出人心窝。发现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啊？就是这边的朋友明显没有这边的朋友唱的那么嘹亮，咱们不要输给他们好不好？啊，句就歇了啊，看你们的啊。这边的朋友是石家庄人吗？看这边，你看看，你看这边多不要脸。你看这边手机，你看，哎呀，寻这边，我爱你们。没有出茶价去，你比武馆。那边喊你过去呢，点你呢。
花多少钱？既然朋友们这么给面儿啊，嗯，我也卖卖力气，怎么着？青藏高原唱给大家，玩命呢！您冷，是谁的？是我，带得来吗？您冷，你们把带走，知道吗？您冷静一会儿啊！怎么了？青藏高原不是说唱就唱的歌啊！最后那句高八度您唱不上去，你想多了。我怎么呢？我唱不到那儿就死了，死路上了。嗯，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千年的期盼，难道说还有无言歌？拦不住你们，还是那忘怀。好身上，一座您这散了黄相连呀妈的，哎呦什么词儿呀妈的呀，快了，我最近看了一个日本电影，我可能一个日本双人电影，亚马索对不对？哎，对，亚拉索，对，那是亚拉索。你亚拉索，我试试，试试。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原。亚拉索。就是青藏高，一起唱啊！一起唱。现在演出已经3个小时了，嗯，基本上所有的正经节目都演完了。对，我不知道大家还有不正经的是吧？我不知道大家满意不满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小孩太多了。对，就是不正经的东西基本上不能说了，你知道吧？对，小朋友太多了。朋友们还喜欢听什么？咱们可以一起。送情郎，送情郎，一会儿再唱。送情郎唱就正式结束了，对，这是规矩。送情郎一唱就彻底结束了，没错，被送走了。想听什么？女儿情。哇！我跟建哥呀，这次就全这名儿。我这次真的很是机缘巧合，嗯，这个桥啊还是孙老师搭的，对我搭的桥。因为李健没有我的电话，嗯，李健到现在他也没有微信。他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嗯、一直在追求音乐的人，然后托关系找到了孙悦，找到了我，就给我打电话说，小悦，我是歌手李健，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我一听很激动，我说建哥您说是什么忙？他说我是歌手总决赛的时候，我想请你过来帮我忙，现场直播，咱俩一起唱一个歌，信息量太大，当时我就崩溃了。我说给钱吗？他说给。当时就 hold 住了，我说好，我要抓住这个机会上歌手的机会啊、然后呢跟钱没关系，然后他就把女儿情和唐僧抒怀这两个音乐的版本发给了我。对，我一听我说疯了，我说怎么会唱这样的歌呢？嗯、我根本就不会唱，没看过，不会唱。跟那个到了长沙以后，我们俩就开始对他唱哪句我唱哪句，他唱哪句我唱哪句。其实第一句不是，最早不是李健唱的，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这两句一开始是我唱的，我是这么唱的。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我自我感觉还唱得还不错。江哥说这两句我唱吗？人家专业听的可能差点。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在这首歌里头你有一个愿望。我说这有什么愿望？你再唱一遍。鸳鸯双栖蝶双，你看你先说鸳鸯双栖蝶双飞，这是你的愿望。哎，是真孝顺。你的屋还累着你爸爸。你看这个笑话大爷笑了哈。大爷看了自己的儿女一眼。听懂了哈，双飞它是一个就是很行了，很愉悦的活动，对，就是斗地主啊，很奇妙的旅程啊，大妈笑得也很开心哈，那是，很好很好，所以说就这两句就改他唱了，因为怕你唱出别的味儿来，我唱两句好不好？好，正经唱两句啊，会唱的一起唱啊，我拉着群众。鸳鸯双栖蝶双飞，好听的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啊，这句不适合你。我听这个听太多了。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戒律清规，只愿天长地久，与我一众人儿紧相随。你看我这人不吝啬，会唱什么都唱。成都，成都，咱们唱了几句吗？会唱的一起唱好不好？从高潮那唱吧。让我啊，高潮的，因为前面唱了不是啊，从高潮不会了，非得打头来呀，不打头来不会唱啊，尴尬了，尴尬了。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不舍得，不知你的温柔，一路还要走多久，你牵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分别回忆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石家庄的街头走。你下次唱庄里，和我在庄里的街头走一走，石家庄都叫庄里，直到所有的你会挽着我的衣袖，路的尽头，结束的好干脆啊！
咱们串一首也是好的，结束的好尴尬啊，怨我了，提前没有把这个地名啊、路名啊准备好。石家庄中里面啊，国际庄啊，国际庄，这不还是仨呀？还有吗？叫小班，结婚，结婚，野子，哇，好家伙！怎么大风越狠？哎呦我我心越荡，您是越浪。好了，这歌真难唱。欢乐喜剧人最后一期的时候，我跟贾玲一起唱了一个歌，叫做《往事只能回味》。女神，唱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我们还准备了音乐啊，音乐吧，来开始正式演唱啊。好好给大伙儿唱一个啊，《往事只能回味》。好久没唱了，我不知道能不能跟得上节奏。如果跟不上节奏，我就不唱了；跟得上，我就唱，好不好？这不废话，我这人就这么随和。来，音乐响起来。很深情的哦，今天没有跑调哦。相依偎，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什么想听的没有？叫小班，唱段戏。哦，清水河豫剧，豫剧。看明月河，
次不齐，说什么的都有啊。是，我这个人呢会的又不多。哎呀，虽然我长得很帅，但是呢我、哎、呀我，您这个瞎话可能说到了。一个人有自信有错吗？问题是你自信的有点过分了。您哪帅吗？情人眼里出西施，你认为我不帅，他们认为我帅，怎么办？有时候我还觉得你帅呢，对不对？啊，你最近是帅多了啊，这像西施了。嗯，说点别的吧。观众朋友们有什么想知道的问题，咱们可以共同探讨，好吗？聊会儿天可以。微信号好，这位美女找你要微信号，把你手机给我来。我偷偷的给你啊，我用你我自己来。发朋友圈了，有没有不能看的？你不要拦着他，你老公站近点儿。笑盈是谁？你为什么坐那儿？他坐这儿啊？你坐那儿，他坐那儿，你俩还聊微信呢？是关系不好吗？马云是谁？马云？哎呦，这你马云的微信？这样吧，哎呦，老马，我送你个照片好不好？这脸真大。你回去。不接男宾。坐好。啊。坐那。回去。别闹。去整容。没关系。不用大整啊。没关系，一会儿给你偷偷的拍一个，好吗？好。你的眼镜不适合你，姑娘。你看上眼镜了？哎呦，你瞅你们这样子。龟腰，这都是什么词儿？这都是。龟腰。这天吧。哎呀，我们也有苦衷了。嗯。好了，给大伙儿再说一个小段，好吗？相声当中就是真实的故事，生活当中真实的故事，说一个孙老师的事情。都是真的啊。孙老师这个人呐、啊、其实还不错。哟，上过学，一开始说那个什么农业大学哈。他最早上那个学校叫北京市智障二中。这是他们的母校。你等会儿，母校。母校。智障还有一中是怎么着？你大哥不是一中的吗？你大哥一中的。高峰、栾云平、侯震和他们四个人在一个学校上的学。高峰、栾云平，呵，你瞧这仨校友啊！哎，嗯，而且在一个班、一个宿舍那么住着。我们还住校。对，老师的非常负责任，经常去检查教室啊，检查宿舍呀、啊嗯，看看有没有谈恋爱的呀。这智商谈什么恋爱、啊？也有女傻子呀。那叫好，配着套。有没有喝酒的？有没有抽烟的呀？还抽烟呢。经常去检查宿舍。是。有一次发现宿舍里有烟味儿。那是我们四个抽的呀。而且地上有烟屁。哎呦，这个不好。逮着了。一定要杜绝。是吗？要不然对不起人家家长。怎么呢？花那么多钱上这个学校，不管理好，怎么可以呢？花那么些钱治病就不好。能治病不就治了吗？哦，放弃了啊。发现宿舍有烟味儿，这不行。是。老师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在办公桌上放了一包薯条，薯条，把他们几个挨个喊过来了。我们四个，高峰，老高，进，水产系呢。老师好、嗯，怎么了？老师有事您告诉我，我去给您办。老师，我跑腿跑得特别快。你看这模样，高峰，嗯，你抽烟了吗？抽烟吗？老师，我不会抽烟，不会，真的不会抽烟。老师，是，还有别的事情吗？老师，啊，奖励你，奖励，来一个薯条吃。哎呦，这奖励，谢谢老师。是，这哎。这是吃薯条吗？吃薯条有这么吃的吗？加烟卷啊！明显抽烟呢。这抽烟了。高峰，你抽烟了的吧？抽了。臭不要脸！哎呀，还骗我啊！弄死你就得了。哦。
谢老师。哎，这好，这就谢老师了，出去了，赶紧传授经验呢。是啊，告诉那三个同学。第二个进来的栾云平，小栾，小栾，进来，进来。老师好，怎么了？老师，有事您告诉我，我去给您办。老师，我跑腿跑得特别快，都是这套词儿。小栾，你抽烟了吗？抽嘛。老师，我不会抽烟，不会。我怎么会抽烟呢？老师，是啊，我在三年级当三好学生已经六年了，我不会抽烟。就九年义务教育用完了，好吧，奖励你。来一个薯条吃，还是这招。谢谢老师。是啊，他知道捏着，拿了一个，聪明。哎，这还不错啊。嗯，就拿一个吗？是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好嘞。对了，好。哟，加这儿了。薯条有放这儿的吗？别烟卷啊，明显抽烟呢。是啊，小兰，你抽烟了的吗？抽了。臭不要脸！哎呀，弄死你就得了。嚯、哦，蛋。谢谢老师。好。出去了，学校不一定谁有病啊！赶紧传授经验、告诉那两个同学。我跟侯震，第三个进来的侯震，侯老师，老师怎么了？老师，有事您告诉我。老师，我去给您办。老师，我跑腿跑得特别快。老师，今天气色不怎么好。老师，哎、您是跟应该敷面膜了吗？哎呀，这个气色不怎么好。老师，我听说你们家那电视坏了 ，TCL 那个电视质量一般，上我们家楼下有个修电视，分分钟给你修好。老师怎么了？老师，老师怎么了？老师怎么了？老师，有事您告诉我。老师，老师，碎嘴猴这是，我喊你了吗？冒场了。但是我觉得应该该我了，老师。那是那是。怎么了，老师？老师怎么了？老师，我不会抽烟，我不会抽烟。哎、老师，老师，我真的不会抽烟。啊，我问你了吗？啊，老师，你问不问我，我也不会抽烟，真的不会抽烟，真的不会抽。为什么不会抽烟呢？因为我这个嘴没有功夫抽烟，老师。嗨，全说话哟。老师，你看我这个牙是黑的，其实是晒的了。好家伙，不闭嘴。我真的不会抽烟，真的不会抽烟，老师，真的不会抽烟，真的太烦人了，不会抽烟，脑仁都疼，听他说话。来吧，来吧。嗯，奖励你来个薯条吃，还是这招。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衷心的谢谢老师，哎、谢谢我的亲爱的老师。不、哎、代表哪个衷心？拿了一个，嗯，就拿一个吗？是，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好嘞。多嘴练聪明。哎，吃了，嗯，别干吃啊。怎么呢？蘸点酱，番茄酱。哎，你蘸多了。蘸多了是吗？哎，就嚯，点烟灰呢，你看了吗？这明显抽烟呢，老手了。侯震，你是不是抽烟？是不是抽烟？你给我滚蛋！你臭不要脸！你臭不要脸！我们家没有电视，我们家根本就没有电视，我也不用敷面膜，我气色特别好。你给我滚蛋！老师的复述能力很强。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衷心的谢谢老师。哎呀，好，出去了，出去了，把所有的经验都告诉他，交给我了。孙悦，啊、嗯，进来，该我了。老师，啊，我进不去。怎么会进不去？是现有的学校，他有的你，然后把你从就吊车吊进来的，就是学校没封顶，不是我进来的，对，我搁棺材里了是吗？差不多，差不多。哎，这位同学有一个非常的神奇的东西，叫做侧身，你会吗？我还得侧身啊、嗯，不会。我侧身都不会，那我帮你来，哎，好，把肚子给我，好嘞，好嘞，肚子啊，迈左腿，好，腿哎，迈后腿，哎，后腿，我四条腿怎么着？左腿，右腿，迈右腿，哎呀、嗯，这不进来了吗，宝贝儿？怎么了你？这不是进来了吗？老师啊，那我一会儿怎么出去呀、啊？等拆迁吧。哎，先说正事吧。哎，你抽烟了吗，孙悦？我呀。什么？哎，我装这么可爱？我不会抽烟。我、哦、不会。真的？我跟侯震是俩极端。不会。我说话都有回音儿，你看看。好吧，奖励你。嗯。来一个薯条吃。还是这招。谢谢。啊，岳哥。老师。啊，傻子在呢。哎，拿了一个。是。就拿一个吗？再来一个。啊、再来一个。来。你搁嘴里。蘸点酱。蘸多了，蘸多了，蹭蹭。哎，老师一瞧啊，多聪明，这可能是真傻。真不会，真的不会抽烟。哎，就这会儿，老师大喊了一句：“喊什么？”校长来了，校长来。再看他啊，对对，那咱去你。今天的演出呢，已经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有请我们今天所有演员再跟大家见一个面的，好不好？好。来吧，见客了。嗯。一会儿你们挑啊，你们随便挑啊。嗯
来吧，姑娘们，嗯，来来，这是。雷蒙这是定出去了，对，我很贵的现在，嗯，不好买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第一位王九龙啊，王九龙，不认识，我的兄弟王九龙啊，张九龄，张九龄大师兄，他媳妇特别好看，那个，哎、这是他媳妇，孟鹤堂，孟鹤堂，小孟儿，他还是演的不错啊，是得到了大家的青睐。哎，这是周九良，我的兄弟。他比我岁数还大呢。靳鹤兰，我的师弟。朱鹤松，朱鹤松，这是我们今天的演出全部阵容。阵容，我不知道对不对得起您的手里的票钱，但是已经这样了。反正退不了。对，反正已经演完了啊。对。宋情郎唱给大家，会唱的咱们一起唱啊。你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啊，小妹妹的不叫你又来呀，二不叫你愁啊，三不你兜兜本是一个金锁链啊，情郎哥的兜尽头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啊，送到了大门东啊，偏赶上这个老天爷下雨又刮风啊，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好啊，下小雨留我的郎多待上几分钟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啊，送到了大门南啊，水腰中我就掏出来两块大银元啊，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上一张火车票啊，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上一根中华烟呐、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西呀，一抬头我就瞧见了有一个卖梨的呀，我有心给我的郎买上梨两颗呀，又想起身子虚吃不得那两东西呀，小妹妹送我的郎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呀，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北呀，一抬头我就瞧见了王八驮石碑呀，若问这王八犯了什么罪呀，只因为他说相声桌子挡住了腿呀，一样。好，谢谢，再次掌声送给岳云鹏、孙越和对声的相声演员，谢谢。这世界很酷，请您欣赏相声《道行论》，表演者岳云鹏、孙越。好，四月节似的呢。好了，谢谢谢谢，还有朋友送来礼物，鲜花，一会儿我摆一个圈啊。对，好这个、啊、谢谢谢谢谢谢、嗯、现场都有好几千的朋友，得五六千吧，我看这边还有朋友啊，嗯，辛苦了，这边也有朋友啊，
谢谢，哇，好远好远，肯定很便宜那儿哈。哪儿都不见，那是花钱来的，一千二百八坐那儿了。这儿我知道，这儿肯定稍微贵一些，这肯定贵啊，一千二百八坐那儿，你疯了吧你？你太有钱了，一千二百八给我会怎么样都行，知道吗？什么钱都挣啊！真是的，真有意思。现场好几千观众啊、嗯，有十几个送礼物的啊，挺好。送的花儿啊，对、哦，十几个送花、哎、没钱，没钱赚去，没钱。这有这么教导人家？就是没钱你坐第一排，臭不要脸你。长得还那么好看。哪个？行了行了，我说我眼有点花。好了，不玩笑了啊。刚才这个节目叫做《同仁堂》。对了，我们后台不错的演员，嗯，逗哏的这位叫啊，不认识。蒙住了吗？于鹤珍、啊、于鹤珍，于老师啊，啊，于老师，于鹤珍是捧哏的，叫什么？萧华，陈萧华。嗯，二位说的不错，下去休息一下。是，同仁堂，当当当当，好几百句啊，是，很溜索啊，溜索。下去休息一下，这场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还是我们俩？这是我们第二次出台，嗯，这个舞台对我们来说，您别带着我。怎么这个钱您不想赚了？我不想赚了，我今儿累了。咱别闹行吗？就出一回就行。出现在舞台，第二次出现在舞台，是我们特别喜欢北京的舞台。是吗？北京的观众朋友们非常的热情，也懂，哎、嗯、对不对？白说了，我就是想鼓励大家呀、啊、把这个场子弄得热起来，是咱们开心起来啊。有的朋友喜欢听相声啊，这是好事。是啊，有的朋友说了，相声就是一门生意。对，错误。看我这个迷之笑容多么有魅力，错误。那您能告诉我错哪儿了吗？相声不是一门生意，那是手艺。我头回听说这词。诈骗，花一千二跑这告状来了。花一千二坐那儿你觉得冤得很是不是？退票去啊，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有意思。等会儿啊，翻场的时候我再跟过去跟你聊一会儿好吗？我在正经表演我的节目啊。还正经？哎，当行了，已经好几年没有演了，我现在很紧张，是吧？愣怕忘了。其实是手艺。什么叫手艺？庸位啊。庸位。嗯。好嘴。在北京就得说北京话呀。这是北京话吗？庸位，脸熟是一宝。脸熟。对了，嗯，咱们两个大家伙认识。是啊。哎，虽然这两年不怎么红了，但是曾经。那是你不说了吗？别带着我。行。嗯，但是大家脸熟。嗯，在电视上看的。呵，这不是那谁吗？谁啊？小月月。哎，你他就不换台了。哦，他就愿意看了，还有点流量。脸熟是一宝，那当然有流量了，当然了。对，你瞧这模样，裤衩着火，当然了。您这不他灭不了吗？当然了。是是是是，哎，您是火过，嗯那生意是什么呢？您说说。生出一个主意来赚您的钱，这叫生意。哦，这么解释。生意又叫买卖。有买有卖。买卖分很多种。您说说。有让人的买卖，不让人的买卖，抬头的买卖，低头的买卖，气死三条人命的买卖，有很多种。哦，这么多种。当然了，您给我们细说说。先说这个抬头的买卖。哦，抬头现在不多见了。哦，过去有很多。好嘴啊。现在真的不多见了啊。现在不多见了。哎，原来有那弧顶棚的啊。过去住平房吗？对了，那平房那个顶棚啊，需要人去弧顶棚，宣纸糊棚嘛。他需要抬着头干活。是吗？站在梯子上。哦，梯子。本家站在旁边。哦，嘴里跟人家聊天，手里干着活，眼睛往上看。是那样吗？当然了。是啊。我给您消息消息。哦，好，消息消息啊，模仿。哦，大爷呀、啊、还以为你们没来呢。那姑娘们就算了啊，听着我这瘆得慌。
大爷呀、啊，大家庭啊、嗯，我跟那么多人聊，我聊不过来呀、啊。那是，那别聊了。哎，说出来，不尊重。大爷呀、啊，就您这个顶棚啊，也就我给您糊。是啊。这换了旁人呐啊，糊不了这么好。你下班吧，走吧。我怎么突然就不红了呢？这换了旁人呐 啊！我有麦克风，糊不了这么紫米。嗯，这换了旁人呐 啊！怎么样啊？糊不了这么周整。是啊，你看我给您糊这个怎么样？那真是刮风不透，火下雨不漏。好，多少年呐？怎么样？都不会皱。嘿，哎，怎么样？是抬着头干活哦，不耽误干活，不耽误聊天，这是抬头。不不不，现在得讲究啊，说话你得瞧着对方，尊敬他。人家是胡着棚低头跟人说话一样。您的意思尊重本家？哎，对了，拿眼睛跟人家聊天，你得有交流啊。不合适？合适。再来一回。再来一回。嗯，大爷啊，还是他们家。嗯，就您这个顶棚啊，啊怎么样？也就我给您糊。是，这换了旁人呐啊。怎么样啊？糊不了这么好。都好。这换了旁人呐啊。大奶奶回来了，你看。糊不了这么紫米。是是是。这换了旁人呐。怎么样？哎呀，我怎么也糊不了这么周正。是。你看我给您糊这个。怎么样？刮风不透。好。下雨不漏。嗯。你用多少年呐？啊。都不会皱。是，你看糊着糊着啊，怎么样？天可就黑了。对，怎么天黑了？把脑袋糊顶棚里了。嚯，他掉在那儿了。这活能这么干吗？这不能这么干，对不对？那什么低头啊？低头的买卖啊，修脚的。哦，现在也有那修脚的。哎，对，现在也有啊。啊，过去也有。是。哎，修脚的低着头，手里拿着人家的脚啊，跟人家聊天。是吗？边修边聊。边修边聊。是那样吗？一般都是外地人。哦。说话有一点点口音。保底人多，我给您想一想啊。是是是，大爷呀，这个答应他也是有口音的啊。大爷呀，哎，老乡啊，揍您这个脚啊！揍您这个脚，也揍我给您修。是喽。这换了胖人呐，怎么样啊？修不了这么好。是。这换了胖人呐，怎么的？修不了这么紧密。是嘞。这换了胖人呐，怎么样？修不了这么周正。哎呀，这换了胖人呐，嗯，非得把脚趾头给您修下一个去。嘿，你看看，低着头干活。不不不，眼睛看着人家的脚。行，干嘛这表情这是？不是。这个就不用非得看着脚了，但那位躺着呢，你学会抬着眼皮看看人家，对着聊两句。您的意思是跟谁聊看谁？哎，对对对，尊重人家。这个也不用那么高那么矮的，这不合适啊。合适，来一回，您来来。行行、嗯、行，都是上帝，嗯。一会儿我再演一遍，好吧？修脚专场啊、嗯、大爷啊，哎，对，揍您这个脚啊，也揍我给您修。是，这换了胖人呐，怎么样？修不了这么好。哎呀，这换了胖人呐，怎么样？修不了这么紫米。是，这换了胖人呐，怎么样？修不了这么周正。是，换了胖人呐，怎么样？非得把脚趾头给您修下一个去。嘿，你看我给您修这个怎么样？五个都木了。哎，对，改机器猫了，这个五个都没了。对，这不好看吗？这太难受了，这对不对？哎呀，大爷又来了！你非得致残疾吗？是吧？不是，我答应人家了呀。哎，行行行，换了胖人呐，修不了这么好，还必须从大爷开始。时间有限，这都八点半了。大爷有的是时间，加钱也没用。急死我了，大爷呀，就您这个脚，也就我给你修，换了胖人修不了这么轴，换了胖人五个都木了。对对，愣来，赶紧说完就、啊、还来？不来了，不来了，不来了，不来了。前面差不多了、啊，对对对，你们票价那么贵，可以了啊。
那个珍惜时间吧，这是低头、啊、低头的买卖，是是是，还有气死三条人命的买卖，怎么还有这个买卖呢？这叫当铺。哦，当铺，过去叫当铺，现在叫典当行。哎，对对对，现在路边还能看得见有典当行。过去有这么一个电视剧叫《九九归一》，嚯，讲的就是这个当铺的故事。是，我给大家简单的陈述一下啊。好，一进去之后有一个特别高的栏柜，栏柜特别高。有的人说，栏柜应该是这么高啊？就顶多到这儿啊？对，顶多到这儿了。嗯，他那个比人还高，干嘛那么高啊？为什么这么高？啊，有原因，因为这个。您说说。掌柜的特别气人。掌柜的气人。唱当的这个人特别气人。那有什么气人的？比如说，最早没有这么高，就也就这么高吧。正常嘛。人家来当一个扇子，嗯，当扇子，先生，嗯，你看这把扇子，为什么来当当？就都等着用钱，穷人嘛。他拿过来，嗯，唱当，拉长音儿，拉长音儿，这他们这行的规矩。为什么呀？旁边有一个写当的，让他注意，这儿来人了。哦，写当票那位给人时间，哎，哦，当多少？你要不换节电池吧？就这样拉长音儿，和丢转儿似的。这位听，哎呀，这个东西，嗯，你给写十块钱吧。啊，十块钱不会。十块干脆。啊，当了。不要。不要你干脆干嘛？要不说他气人呢。哎呀，那您给多少钱呢？多少钱？五毛。按提成来的。我努力了，真的。少说话、啊。他们不乐。多少钱啊？十块钱东西给五毛钱？是是是。我抽死你！给嘴巴。拿起扇子，人家走了。那你追他去？追不上，这有栏柜挡着呢。哦，栏柜嘛。怎么办？嗯，想一个办法。您说。把这个柜台呀、啊、长高一截。啊，就不好打了。第二天又来一位。又来一位。比如说当扇子。还是扇子。先你瞧这个。是。当多少？真难来这还。您呐，嗯，十块钱，十块钱，十块干脆。哎，多少钱吧？不要。您说说，多少钱？啊、嗯，四毛。你捣乱吧，又便宜一毛。多少钱？啊、嗯，十块钱东西给四毛钱。是，你要昨儿来多好。我抽死你！哟呵，又一嘴巴。拿起扇子，人家走了。嘿，再看这边，他又抽我。哎呀！追也追不上，是拦着呢，只能把这个柜台呀、啊、再长高一截，省得挨打。第三天又来一位，来一位，大高个儿，倒霉催的，让人瞧这个，啊，还是上当多少？想起脸疼来了，十块，十块，十块干脆不要。啊、那你给多少钱？多少钱？三毛七分五。好张头，我让你们猜，多少钱？三毛七分五，三毛七分五啊、嗯！我抽死你、哎！拿起东西人就走了。好家伙！再看这位还是追不上，那是只能把这个柜台呀长得特别高，也为自己安全，比人还高。哎呀，哎，当铺的这位掌柜的，嗯，说话拉长音儿，包贬人家东西不好，狠狠地往下压线，他们这行的规矩，还得包贬人东西啊！就因为说话拉长音儿，还闹过笑话。您说说。有这么一位掌柜的，嗯，前门大栅栏买东西，嗯，买完了东西要走，想打车，哦，可不是现在的车啊，是黄包车、人力车，人力车去哪儿啊？想去天桥啊，没多远，没多远，嗯，人力车的主人呢，旁边看人家下棋呢，啊，他走过去问这辆洋车是谁的，问吧，一般老百姓这辆洋车谁的？对，都这么问，是他走过去，哦，还得做派，这辆洋车。水滴啊，外国人啊、嗯，拉长音是，洋车的主人吓坏了，怎么呢？哟呵，怎么了？摁着车干嘛？我的啊，我还要呢。嗨，以为当了呢。拉我前门要多少？多少？不要钱啊？不要钱？不要钱？这儿就是前门。哎，这嗨。原地踏步呢。I'm sorry。嘿，这难听啊！我说错了。啊，对，你说去哪儿吧？拉我天桥要多
少？多少？大哥啊，你要走着去，早到了。嗨，太耽误时间了，怎么这么费劲呢？啊，四毛钱啊，四毛钱。四毛，您坐还是不坐？对，不给话。怎么呢？绕着这黄包车转了三圈啊，说这么一句话。说什么呀？胶皮不好，回头放炮。他走了。你包庇人家车胎不好干嘛呀？他说人东西不好，啊、他不坐，他也得说人东西不好。哦，就走了。对了，这毛病，毛病。嗯，我对这个啊，薛微有些研究。你挺有研究的。薛微有些了解。挺了解。拥为我们后台。还拥为？有一位演员叫李文山。哦，李先生。李文山的父亲李小山想当初。您没有没有，这家里倒着来。他父亲叫李小山呢，他父亲行三、啊、李三爷，三爷，嗯，李三爷想当初是一个无业游民，混子啊，想找工作，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找到一家当铺，啊，问问吧，那很多年前，他年轻啊，对，他父亲有一个毛病，什么毛病？说话慢，又天生的，天生的，就跟拉长音一样，嚯、哦，经理问他，嗯，您都能干什么呀？都能干什么呀？什么都能干。他说的什么都能干是什么意思呢、啊、擦个桌子扫个地碎活杂活他能干、啊、零碎活经理误会了哟、啊、这位什么都能干是说话还拉长音、啊、甭问呢怎么呢别的当铺干过哟想跳槽上我们这儿来、哦、行了兄弟、啊、你呀上我们这儿上班来、你看三柜三什么叫三柜有的朋友说什么叫三柜、嗯、分头等柜二等柜三等柜您说说头等柜房契特别值钱的东西、哎、呦头等柜去当是二等柜珍珠玛瑙、哦、一些个首饰金银玉器二等柜去当是三等柜就是平常老百姓家里用的东西日用百货穷人用的东西是是是三等柜去当哦，你看三等柜吧挺好把他叫到后边跟那个写当的先生俩人一认识哦，俩人工作嘛给他一个板凳干嘛板凳啊不是坐啊啊站到板凳上要不够高哎露出一个脸来小脑袋往那一待是就上班了那不挺好吗就这么简单嗯朋友们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过去穷人多真来了当东西的了是人家当个什么呀什么呀挠脖挠铜铲、哎、铜铲你当这个呀铛铛就那个铜铲对啊哎人家家里老母亲病了急等着用钱把吃饭的家伙给当了这位干什么呢戏班出身哦戏班乐队乐队哎把吃饭的家伙给当了您看看蓝布包着是心情很沉重对呀、啊、母亲病了嘛谁乐意当东西哎走你就晃你再给递过去递上去了嗯啊这位哭三爷来买卖了你喝这么快就来买卖了是是当多少上来就吆喝呀三个字可就吆喝出去了是唱出去了啊说完之后打开这个蓝布看东西坏了怎么呢他不认识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么大岁数人不认识这铜铲啊那位大哥笑了嘿嘿很正常那是得回场安静很正常因为什么、嗯、我们看戏的时候 啊看不见乐队哦、乐队得侧木条侧木条有的时候是在乐池哎对对对他用的是那个锣鼓场面没见过没见过这个很正常哎呦唱出去了当多少已经唱出去了对啊但是他不认识怎么办怎么办你说、啊、大哥这东西我不认识您拿回去也不行偷一桩买卖啊哦经理一双眼睛盯着我呢哎呦我得给他看看怕失业怎么办他很聪明这有什么不认识他问人家当多少啊他狠狠地往下压价哦本家就不当了那不挺好吗你拿起东西你走我等下一位啊，就不用说这什么东西了多好的主意好当多少多少钱、嗯、这个东西嗯，挺贵的、嗯、是20块钱东西您给写10块钱吧少当少输、哦、10块干脆多少钱不要多少我猜到了这是你们的、嗯、这行的规矩是您说给多少钱吧多少钱5毛这行的规矩啊多少钱5毛10块钱东西给5毛钱对还打不着问题是我当了哎呀他当了这5毛钱你当他干嘛这兄弟你薛微等一会儿哎对都不相信自己听没听见呢你是什么我当了当我母亲病了急等着用钱5毛钱也是钱我可以抓几副药哎行行吧、啊、5毛钱也是钱赶紧唱当赶紧唱当嗯
最难的就是唱当。这有什么难的？因为他得唱出这个东西是什么来。哎呦，写当的先让写出来。哦，写当票拿到后边。哦，是是是，当票给人家去拿钱。好，都是这个流程。嗯，写那没办法了。是啊，写准备好了。哎，写当还挺开心。写当是一个比较开心的人。啊，对啊，准备好了。是，说吧。写、缺钩短拍现编、哦、编出来了是吗？缺钩短拍，缺钩短拍，救火用的铜草帽一对儿。救火用的铜草帽还成对儿了，大哥。铜草帽，是铜的呀还是草的呀？那谁知道啊，还只能救火的时候用。哎，对对对对对，那是铜的话那不得烫死吗？哎，这嗨，还一对儿。哎，对对对，俩人一块儿救。我天哪，真有意思啊。多少钱呢？多少钱？五毛，倒是也不贵。真便宜。倒是也不贵，真有意思，我喜欢你的。嘿，刷刷点点写完了，收获也没分，撕下来递过去，这位接过来、当东西的，这也泛滥。铜草帽，哈哈，还救火用的。嗯嗯嗯，我救过火呀。是，可我没戴过它呀。戴烫死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哎呀，你说相声的吧？你是？你说这个嘛？你还是个逗哏的。也就逗哏这么缺德，嗯。逗哏的幽默，对不对？对，逗哏的没文化，嗯。拿着五毛钱。回家了。嗯，转过天来这位又来了。干嘛又来了？五毛钱不够用的呀，他得治病。这回啊、当的是单皮鼓。哦，就戏台上的单皮鼓。哎，笑哒哒哒哒哒，就那个蛇皮蒙的那种。哎，蓝布包着就过来了。还是得蓝布包。这回呢心情稍微的好一点点。这有什么好的？来啊，不是你啊，我找铜草帽。呀呀嘿，三有外号。他给的少，但是这个人幽默。行啊，你这夸他干嘛？三爷过来了，往板凳上一站，照影子，仿佛见过你。哎，对对对对，别废话，嗯，走你，看这个，蓝布赶紧打开，小心翼翼。坏了，怎么呢？还是不认识。对，就没听过戏。按照昨天的方法来，压价，狠狠的往下压价。是，当多少？考虑考虑。40，蛇皮的。40干脆，我知道你不要。哎，对，不等说话了。我也是瞎报。哎，对对，超上算。那就4毛。还就降一毛。4毛。比我猜的少一点点。最多少一毛。少一点点。哎，好吧。是。我当了。啊？大哥。4毛也当，你要不要再想一想？这没有劝人家的，这价都砍完了，你劝人家干嘛？不想了啊！再想我妈都快死了。哎，对，你这么当下去，早晚得死。来吧，哎呀，来吧，来吧，写当吧，写，唱吧，哟呵，来了，早就准备好了。我真是最喜欢跟你在一起上班。是啊。铜草帽一对儿，哎呀，昨晚回去跟我媳妇一聊啊，我们俩一宿没睡觉，嚯，太可乐了，哎呀，救火用的，哎对，还一对儿，哎对，我跟我媳妇说了，嗯，我们这辈子，嗯，一定要买一对儿，哎这俩作死呢这是，真有意思，赶紧唱当、哎，我等不及了，我等不及了，来吧，去死吧你，对，来吧唱你，这是什么呀？碎木船旧，木头钉子拼凑，钉子拼凑，钉子拼凑，一圈钉子吗、哦、钉子拼凑、哦、旅行用的小皮洗脸盆一个，小皮洗脸盆人物还挺清楚啊，你让我缓一缓，太可乐了，太可乐了，小皮洗脸盆啊，
皮的，是是，能装水吗？对，装不响了。平时不能用，旅行的时候才能用，是不是？哎，对对对，旅行用的小皮洗脸盆，我的天哪！哎呀，我媳妇得笑死，都顾及到，太可乐了，太可乐，多少钱？4毛钱。4毛，便宜。哇塞，真便宜，真便宜，太可乐了，旅行用的小皮洗脸盆，我眼泪都出来，我眼泪都笑出来了。哎，是，刷刷点点写完了，撕下来递过去，这回接过来，就犯愣，小皮洗脸盆还旅行用的。我旅行过呀，是，我没拿它洗过脸呢。废话，洗过脸不能用了，我都冤得慌啊。你真有意思呀。呵，你一定是个逗哏的，多不要脸，你太幽默了。哎呀，我甚至有一点点喜欢你，算是他俩粉丝。你说这位就回家了。是，整天的这位又来了。干嘛又来？不够用啊，钱不够用。老太太坚持3天了。哎，这回烫一面锣。哦，戏台那锣。一面锣。哦，蓝布包着。是，还蓝布。这回来的时候呢，啊，心情有一点愉悦。嘿，对。哎呀，你很快就有一个新名字了。当铺该起名轩了。哎，啊，不是你。这谁呀？我找童草帽。啊，小皮洗脸盆也行。嘿嘿，认准了。啊，三爷正在里边吃饭呢。啊，三爷，有人喊你。啊，碗差点没掉地下。好，饭碗快砸了。我猜啊，是他来了。对，心有灵犀了还。我那阵果然没有猜错。对，答对了。对了，啊，找的就是你。来吧。啊。打开，这回速度很快了。啊，那是，赶快看看吧。还是不认识。对，怎么办呢？还是不认识。当多少无所谓。嘿，头回当铺这么开心。嗯，无所谓。嗯，那就2毛。好，又砍一半。可以，可以。嗯，这不重要。是，赶紧唱当。对，妈，这妈也不重要了。我都等不及了。哎，对。我也等不及了。嘿，这俩人挤得死他。我也等不及了。哎呀，太可乐了。是，小皮洗脸盆。昨天晚上跟我媳妇一聊，我媳妇又差点没笑死。对，一宿没睡觉，赶紧唱当。两宿，这是个什么东西？我都等不及了。哎呀，来吧，快唱吧，我也等不及了啊。你们两个人啊，怎么样？都去死吧。那你也得唱啊。行，来这什么？瞧瞧，快快快。嗯，废铜烂铁打造，野炊用的大铜饼铛一个。我头回听说饼铛有铜的。嗯，今儿又乐一宿啊，3宿没睡了，快。什么？啊，大铜饼铛？嗯，那能烙饼吗？放上去不就糊了吗？对了，该薄脆了啊！这有意思，铜饼铛、铜草帽，你啊，一家人。嘿，小皮洗脸盆，这有意思。是，多少钱呀？嗯，2毛，真便宜。刷刷点点写完了，撕下来递回去。这回接过来，同样的表情。野炊用的，嗯，大铜饼铛，是，太有意思了。对，太有意思了啊！你等着啊，我现在就找东西去。嚯！当上瘾了，这位当时就回家，2毛钱都没领啊，钱都没要，好，钱都没要，妈也不要了，当时就回家找东西去了。是，他妈在家，对，老太太死在当铺手里了。就说了，妈，你先等一会儿啊。嚯，我一会儿去，我先去听段相声，太可乐了。就是孝顺，这不孝顺。好的，对，多久？很快，很快，多久？哎呀，赶紧找，找来找去，找来找去。你还别说，什么呀？真找着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帽镜。哦，过去那小帽镜，现在不多见了。是是是。打这边看是个镜子，对。打后边看呢，是木头。在镶的木头上。哎，镶的木头里面，哎，抱着就过来了。是。哎呀，抱可是抱啊。嗯。镜子冲着自己。怕脆了。怕脆了。嗯。别闹啊！别闹！你一会儿就有名字了。哎，行行。而且有个新名字。哎呀，跟孩子似的。我都等不及了。哎呀。走过去了，是，到当铺，这次心情十分的高兴。哎，
三爷呢？三爷就知道三爷了啊。童草帽。哎，快快快，永成。其实啊，我没走。对，还不如走呢。我猜你今天就会来。哎，对，有这能耐算命就不好。别废话，童草帽、啊，走你。哎呦呵，递可是递过去了啊。背面冲着三爷，那木头面冲着他呀。你瞧，还是不认识。他这也不认识，怎么办？啊，当多不重要。哎，不重要。一毛无所谓。哎，对，不给钱都行了，看这意思。不要钱都没关系。哎，对，我倒要听听他叫什么名字。说吧，快点，我等不及了。等不及了，我也等不及了。哎，这行了，我也等不及了。没他不热闹。缺砖短瓦。缺砖短瓦。木头小影呗一个。打后边看像一个木头小影呗。小影呗。这位一听怎么着？啊、嗯，木头小影呗。木头的。那过两天秀珍四合院要不要啊？嚯，还添呢。这有意思，多少钱呢？啊。嗯嗯，人家说无所谓。哎呀，他得收档啊，他得收东西，他得把这个东西收回来。是，这一收不要紧，怎么呢？把这个帽镜啊转过来了。哟，一转镜子冲着自己了。是，把里边东西都给照进来了。啊，他以为是一回事呢。啊、一回事。别忙，还有。还有。内有八仙桌子一张，椅子两把，暖瓶一个。哎呦，那有一人，是，好像是我。哎呀，我怎么瞧他？啊，他怎么瞧我？是啊。哦。这是个镜子呀，瞧出来了。请您欣赏相声《歪唱太平歌词》，表演者岳云鹏、孙越。好嘞，好嘞，好嘞，谢谢，谢谢，谢谢。朋友们很热情啊，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啊。我看有的朋友陆陆续续要去厕所哈、啊，这是允许的啊。利尿的演员啊，啊，正在往回走。好嘞，是。刚才这个节目啊，杂学唱，对啊，什么都有、嗯。我们后台的中流砥柱赵云霞，哎，还有叫什么吴肖泽是吧？吴肖泽，哎，二位给您说了一段，嗯，下去休息一下。是。又把我们哥俩换上了。还是我们俩。刚才那段节目是唱。是，其实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啊，我也是一个比较喜欢唱的演员啊。您是好唱，嗯，但是这一段，嗯，没有五环之歌啊，节目是有顺序的啊，不要着急，谢谢。每一次演出一上台就是五环，五环，还有一大哥，你唱完我就走了，多悲哀，嗯，讨厌。过去我们没有演出经验的时候，一上台、嗯、台底下就喊五环，五环。然后上台就把五环之歌给唱了。是。第二次上来的时候，发现台底下没有人了，以为结束了呢。各位，我是相声演员啊，哎呦，不是什么歌手。虽然歌手，虽然我唱的还挺好，但是这个说相声是我的专业。是是。您明白就行、啊。哎，当然明白了。嗯。相声啊，不光是唱。是。四门功课。您说说。说。学。逗唱，对了，四门功课。是说，拿说来讲，您说说，得干净利索，这是我们必须的条件。干净，干净什么？干净什么？啊、干净利索，对吧？利索，干净利索、哦。哎，关键是这个嘴里是又不行。好家伙，倒俩这么会儿，关键还得什么？关键是这个嘴里，嘴里，嗯，哎，作为嘴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要说得清楚，讲得明白。是嘞。还有一点，嘴唇呢要好看。为什么呢？薄厚适中。哎呦，像这个嘴唇就不行。这个嘴唇，这个、祖师爷不赏饭，知道吗？哎，像咱这个嘴唇，咱这个嘴唇，上嘴唇一下嘴唇，哎呀，哎呀，完美，尤其是一咬下嘴唇那么迷人。对不对？这都是说相声该干的事儿吗？我们本文的功课啊，嗯，首先什么报菜名啊，基本功，地理图啊，八扇屏啊，绕口令啊，是的，这都归是说。
哎，基本功嘛。蹦蹦蹦儿，蹦蹦蹦儿，憋死牛儿，绕口令儿。对对。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上花鸭，上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素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罐儿鸡，罐鹌鹑，卤什锦，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尔是马。这是我们基本功。嘿，行，不能忘。那是算坚持下来了。哎、嗯，地理图。这辈子不能忘，不论到什么时候、什么时间、多大岁数、哦，张嘴就来。是吗？哎，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县，沙城保安下火岩。不能忘，不能忘。您这不叫忘，您这叫歇一站。不能忘。行了，赶快吧。张嘴，哎，大姐去哪儿？大姐。大姐生气了。我不背了，我不背了，大姐。啊，大姐 啊，坐那排的 啊，上厕所回来了啊。好嘞，上厕所成功了吗？废话，啊、有这么问的？可以，可以。反正说比较有难度。是的。再有就是学，还学，什么嘴型这是？说相声不是都爱说学吗？没有，我们都说学。上学校。上学校，哎，上学校，哎，学的东西很多。您说说，包罗万象。是，天上飞，地上跑的，水里游，草坑里蹦的，都归我们学。哎，各地方方言。您怎么样啊？我凑合吧。天上飞的能学吗？天上飞的看飞什么了？哎，天上飞的给我们学一个擦屁股纸。那玩意儿能满天飞的吗？刮大风刮起来了。露天厕所啊？学不了。学不了，太脏了。你看这叫诈骗，各位。不，你等会儿，我怎么就诈骗了呢？地上跑的，什么呀？土豆能学吗？土豆有自己跑的吗？我踢他呀！哦，那我躺着让你踹我一顿不就完了？哎，这都学不了，报仇吗？这不学个歌曲、戏曲、小曲、小调？哎，这我们能行？哎，会学唱。哎，再就是逗，逗在其中。是，只要您各位乐了，就说明我们逗成功了。哦，逗哏嘛。最有难度的就是唱。您说说，刚才说小曲小调，那不是唱吗？是。No。哟，还会英文了。嗯，那不是唱，各位。那是学。那是学。嗯、真正我们本门的功课。相声本门。太平歌词。哎，和莲花落。一共四门啊。嗯。四门是100块钱的话，如果你不会太平歌词，嗯，发工资的时候只给你70多块钱。您听我的，这四门你先别学了，学学数学吧。我学数学100块钱的账没算清楚 啊，是不是70多？75啊！哎，对了对了，你看没少拿75，你看没少领75。合着我这认账头，您太平歌词就不会？这相声本门的都得会。我唱太平歌词唱的是最好的。啊，确实是，网上有您这个录音，嗯、啊，网上有您的视频。除了张云雷。我唱的最好，知道吗？那是啊，行，除了我师傅，好吧，除了这俩，我唱的最好。啊，不怂啊！好，那对了，我的专场，对了，我唱的最好。这流氓啊，都是惯出来的，嗯，知道吗？有的人根本都学都没有学过。什么？有的人没有谁呀、啊？点名道姓。点名道姓。对。我不敢。别怂。真行。就是你。怎么了？您啊，打上台就冲着我来，我知道。啊、对了，就领75，就领七十五。您，我们就领100。您等会儿，有点。嘿，干嘛呢？沉迷100了是怎么着？哎。咱打小学相声都学过，对呀、啊，各有所长。哎，对了，明白吗？哎，这不能说不会呀、啊。你师傅谁呀、啊？我师傅石富宽呀、啊。那么难以启齿吗？我师傅有什么难以启齿的？我问他师傅谁？我师傅是石富宽。那么害羞干什么？谁害我师？我师傅石富宽也很厉害。对，我师傅不惹事儿，最起码。石富宽也很厉害。我师傅多乖呀、啊。我师傅不乖吗？你是不是这辈子就没有乖过？我师父在我师娘眼里是最乖的，怎么了？
好家伙！哎呀，这2020年希望更好。他都没有学过太平歌词。谁没学过？首先，唱太平歌词需要专门的乐器啊。对，叫什么？玉子板。可以，算你答上来了。什么叫算我答上来了？有吗？我答上吗？你等会儿，我也不唱，我拿他干嘛？猴神呢？完咧，完咧，完咧，还完咧还？您怎么您带着玉子板呢？那当然了。那锣怎么不带着？多缺德这人！他知道不是个好饼，这是。当当，怎么样？哦，嘿，一块儿唱起来特别好听。您等会儿。哎哎，看，孝子勒砖的是怎么着？就一块儿，啊，两块儿，啊，两块儿。您知道不知道到底？两块儿，哎，哦，这迷茫啊。对了，两块儿，两块儿，哎，还有一块儿，哎，拿出来，噔，哎，来，没错的话还是那块儿吧。你蒙啥小子呢你？你把这块搁桌子上，掏一块出来。把迎面骨掏出来算你能耐，我告诉你。啊？哟！您这，衣服做肥了吧？愣这么顺过去了？好，戏法的这是。哎呦，哎，得两块。对六。嗯。呵，老爷挽袖子还。打起来还得响。废话，掉地上也响，真是的。哎，为什么叫玉子知道吗？您说说。玉一般都写那个美玉的玉。哦，玉竹。三横一竖一个点儿，哎，一般都写这个玉，其实不是这个玉。那应该是。应该是那个玉。哪个玉？您说说我听听。那字儿您会写吗？今天冬天遇见的遇，不是不是也不是，等会儿我想想，哎，知道了。最早啊，相声演员去宫里头唱这个太平歌词，那会儿没有玉子，知道吗？没有什么乐器，怎么办呢？嗯，拿手拍，要不就拿扇子呀。哎，一板一眼，是，或者拿扇子敲桌子。对，就这样唱。过去那个。慈禧太后一瞧，这不行啊，多单一啊！有慈禧，哎，上那个院里头，嗯，给他弄俩小竹片儿、哦。太监就外头拿菜刀，打打打砍竹片，然后磨好了，送过来了。你看这个行吗？太后说：“哎，这个我御赐给你，以后就敲这个，哦、御赐的御。”哦，对不对？啊，对对对，怎么写呀、啊？您告诉告诉我，偏旁是什么？双立人一个这个双立人那是刀那是真行不懂没有文化行行行行行就御赐的行了来来来我听听您来来来来嘿嘿嘿来你看倒霉模样来来来来废话你要听话我至于这样吗哎呦好这首康复的还行这练了几年呢？这首也会，啊，那首不刚康复吗？8年，行吗？那首，哎呦，那有没有这首好、哎？对，那首该告告游览，知道吗？嗯、哦，你来一段啊，来一段听听。你看，瞧这模样，这做派。昨日里阴天被水寒，出了水的。好半悬空落下了鱼影子民赤收灵那阴天棒肉疼全会人棒家好做派、嗯、打南边来了有一位渔翁是来到了岸边他倒说欢喜欢喜真欢喜歌蹦儿
就起偶余英则后喊前有余英落下了好了啊、太尴尬太尴尬啊你也是怕忘了、啊、我以为啊会找到共鸣没想到太尴尬啊鹬蚌相争这都会鹬蚌相争这是最基本的啊哎刚学的时候都学这一段对特别小一个小段哎呦特别小一小段鹬蚌相争、嗯、这样孙老师怎么样今天当着这个广州体育馆二号馆的朋友怎么样啊真细致啊活得真细致我跟你说二号馆朋友的面啊现场得有四五万观众这样你等您那数学是不灵四五千、啊、不止四五千吧四五千、啊、四五千的朋友啊、嗯、我唱一段我让您猜是哪段好吗名字行了没问题啊你要能猜上来怎么样我从我兜里掏出100块钱给你你说这玩意儿不容易啊见他花钱嗯行那就我说知道你给我100块钱啊啊好吗行好行老有这帕金森哎呀这去哎真脆真好听哎有了这么快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奇花异草哎那夏上荷花映满了池塘秋观明月如同碧玺行了哎白蛇传瑞雪行了岳老师刘老师白蛇传100块对了这是一段传统的节目、啊、白蛇传 你先去给钱、啊这个、你先给钱大家都知道掏钱掏钱完了怎么你什么心理账是怎么着、但没拿着大后台给你钱那你欠100块钱啊说清楚了行行行拜白蛇传这是一段传统的剧目、啊、大家伙都知道这一段啊你看我一唱大家都跟着唱说明什么呀什么呀给你一个面子大家知道你肯定知道知道吗因为你是个演员你不可能不知道是不是给你一个面子啊哦怕我不知道丢人行谢谢您谢谢您第二段你就不知道了、啊、我这100块钱欠我100块钱第二段你就不知道了对不对你先把100块钱账结了不是是不是第二段你就不知道了不你花钱了吗我就不知道让我说不知道啊你唱我不知道啊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有军政陈良万民陈锡安万民安有一位三七新王名叫汉信他灭霸了哎要走啊回来、哎、我不光是要走我都想死知道吗废话你是该死了我的粉丝都怎么了对你的粉丝正义了怎么了你们去瞧一瞧好吗我看人家在台上唱的粉丝你先等会儿人家学什么呀、哦、人教会人花这钱听你啊要不要脸呢这手这么大岁数会抓挠了你瞧瞧你是康复了我告诉你就感觉自己非常的过气你知道吗您不光过气您欠200了好嘞好嘞这听这个啊、哎、听这个孙老师我没想到您这花钱请我听这个我又给了你一回面子啊哦谢谢您谢谢您韩信送款都知道、哎、好嘞好嘞谢谢谢谢石崇豪富范丹穷太公卖甘罗运造太公卖面太公太公卖面祖爷太公是你疯了哎呦我天我别死在今年我
哎呦我的天，你怎么了你？干什么干什么？我这太空妹妹我知道。很久没唱了，很久没唱了。我这不是拦着你，怕你后边忘了。唱一回你知道，唱一回你知道，嫌你啊。这是哪？这是广州。我没想嫌我，我就想挣钱。300。想挣钱想疯了吧你？那是不是？臭不要脸！比75强我那个。拿钱。给你两回面子了，不能给我一个面子吗？上台说的好，都合作10年了，为了300块钱，台上跟我急，跟我急还。我大声说一句话了吗？你跟让狗咬过似的。你狂犬病犯了？啊？用你提醒。你让什么300、300的？没见过钱吗？是不是？谁像没见过钱的？后边的就别嚷嚷了，后边的就别让，自己票价多少钱不知道吗？这都什么人呢？也是，后边有300就做头喽了。嗯，您再这么着，岳伦，岳伦，岳伦，嚷嚷什么？我根本都听不见，我都。岳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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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先歇会儿，歇会儿。我是不是惹事儿了？哎，这么着，这么着，哎，我错了。得鼓起。嗯。哎，那个，这么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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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怂了，怂了。错了，后边的也有钱，后边的也很贵啊。哎哎哎，这么着这么着，省得台上能看，你再唱一个，咱赌500，怎么样？万一我不会呢？你还挣200？哎，怎么样？好，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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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不会就完了啊！哎，对对，好好好好，行。嗯，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哄回来。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让我睁开，让我明白，放手你的，500，来，你等会儿，等会儿。你等会儿，抢劫，你瞧着吧！呀呀呀呀！你骂谁呢？还挺敏捷。废话，你揍我！哥，我倒你身上，你起不来，我告诉你。真行你！什么时候学会的？还挺敏捷。你甭废话，这是台名歌词吗？骗钱呢？这玩意儿值500吗？太平歌词，太平歌词，我说配合好配合好了，这胡唱。左手跟我一起画个龙，右手一起。您来太平歌词行吗？一想到你我就。哦哦哦哦，什么玩意儿？怎么了你？跟我一起学猫叫。我是谁还猫叫去？我你死你吧！这学猫叫的，哎，怎么唱太平歌词？你来一个值500的，花这么些钱听你这玩意儿，要不要脸你？不知道自己不红了？行行，我再给你唱一段、啊。什么玩意儿？什么鬼？戳我肺管子！哎呦呵，你肺管子长得够靠账的你！我还戳你肺管子。我一肠子掏出来的，我还给你。行，你戳我，戳我，戳戳你还，戳我，我还点你呢，我还，戳我的痛处。哎呦呵，你哪儿不痛？告诉我，不红就是我的痛处，知道吗？听这个啊，真行！你唱一值500的，你看。那庄公闲游出趟，劝人方800，劝人方。
加前面300-800，来大姐，拿完我今儿够了，我回北京了吧？哦，800块钱就能回北京了？那废话，平时就75啊，这10天还拐弯呢。来吧，掏钱吧。哎呀，800，这样不要脸的人我是第一次啊！什么劝人方？什么劝人方？庄公闲游多了，非得劝人方吗？庄公闲游，出荡成西啊！那是传统的，我跟他们不一样啊！你有什么不一样？你就这词儿，你能你听？咱别为这点钱，咱矫情行吗？我这个好听极了，好听极了，我一会儿急了，我告诉你。庄公闲游，出荡成西，500，拿钱，拿钱。出趟城，南北角。哎，跟你那一样吗？你那是出城西，我们这是出趟城南北角。南北角，南北能有角？那不是无限就平行了吗？跟你那不一样。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500，来。他人骑马，我骑着猪，跟你一样吗？你骑驴，我们骑猪，怎么了？这都是人话吗？那人有骑猪的吗？要不骑马、骑牛、骑骆驼，有骑猪的吗？不胡唱吗？我骑猪，你急什么？你急什么？怎么了？我是不是不冷静了？我就说你的词儿不对，你给我掰扯这干嘛？你给我，我拿钱，我愿意骑什么骑什么，管着吗？不是，您这不，你没听过，听着就完了。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着猪。往下站，往下站，我听，往下回头看见一个推小车的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5块钱。来，扭回头看见一个老太太呀，一样吗？老太太呀是什么东西？老太太后面跟着一个老大爷，跟那一样吗？老太太后面跟着一老大爷啊？哦，跟我那是不一样。其实他们两个人不是两口子。废话，走马路就两口子呀？你听着就完了。哎，好，您唱。这是个大段啊！您来，我瞧怎么值500这段。老太太说。说什么？大哥，我问你，大石烂怎么走？北京大石烂。呦，说犯就犯。大哥，我问你呢。哦。大哥，你说话呀。说话呀。老大爷说。说什么呀？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不爱冰冷的窗沿，时光不能倒退，人生不能后悔，我爱你到明天。明儿都不认账了。老太太说。说什么呀？臭流氓。嘿，你看看，有什么话你说就好了，你唱什么？是您其实也能说，其实。您没必要唱。老爷子就走了。老太太一扭头看见了我，哎，听着听咱这手甩腔，看见了我，哎，哦，第一人称的，哎，啊，我我，哦，老太太说，说什么？兄弟，兄弟，老太太管你叫兄弟，你怎么骑着猪？你瞧瞧，是人就得问这事儿，唱唱。你是不是跟猪有点什么关系啊？10年了。行啊啊，可以，略胜一筹啊。彼此。哦，哎，行，这花500我都乐意。哦。哎，可以、哎、啊！往下，来，我听您那大段啊。你怎么气这猪？又来了，我说。说什么？你管得着吗？这句肯定是跟我说的。我愿意气什么气什么。好调。猪哟，不限号。不限号是不嫌好。
不限号。哦，限号哦，不就是猪限号？老太太说，那说什么？好吧，真随和。那么说，红绿灯怎么办？呵，真难听这句。我说，啊，您就说，别唱了，说吧。那就闯呗。闯红绿灯啊，骑着猪好。那警察拦着你怎么办？啊，警怎么办？我说。说什么？让猪拱他。咦，好，哎呀，老太太说。真合理，听着啊。老太太说。老太太就没词了。你都把我逗笑了。好好好。老太太说。说什么？好吧。老太太就是随和。那我问你，喝好点儿。大石烂怎么走？啊，怎么去？我说。说什么？打车。好，这一语至此啊。或者网上约车。啊，行，很快的。啊，行，你要不就说吧，别唱了。老太太说。板子累了。谢谢。呀哈，老太太。打了一辆出租车啊，出租车，他就问那个司机，司机啊，大石烂怎么走？司机说什么？司机说啊，上车。废话，打车问道。不多时，腾云驾雾来得那么快。哎，这句像太平歌词了。你看腾云驾雾来得多么快，这句像了，有点太平歌词那意思了啊。这是什么？这是刹车。呀呵，吱，就来到了大石烂。哦，刹着大石烂。大烂里头有一个广德楼。那咱德云社的园子。相声院子。嗯。那一天正好我在那儿演。哦，还有你。哎，老太太坐在了某一个位置，不多时我就上来了。哦，有你的节目。老太太说。啊。哎。这不是那个骑猪那个小伙子吗？好家伙，没猪还不认识你了。高手。好好好。怎么样，打平？哎，好，承让啊。好好好。老太太说，你怎么在这儿？爱在哪儿在哪儿。我说你管得着吗？没一句人话。老太太说，啊，你把猪停哪儿了？停哪儿了？这猪都僵了，是怎么了？哎呀，我说你还有脸说呢？随便停，哎，那就是跑了。我们后边有一个圈。对，咱后台有一猪圈，你瞧了吗？你闭嘴吧，行了。我后台有猪圈。我不知道。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没了，你往上唱，听听，往上唱，来。我自己都出一身汗。老太太听相声，哈哈笑，是喝了口水，怎么样？尿了泡尿。这尿的当地儿了。老太太尿在裤子上面了。好，上岁数了。老太太说。说什么呀？晚了。这不尿湿了可不完了吗？这回可晚了。完了。结束的是不是有点突然？老太太尿完裤子就湿了，坐那儿就完了。完了，传统剧目。哦，传统剧目。哎。哎，那请岳老师说实话啊。您这段传统的太平歌词没听过？没听过吧？哎，让我觉得有点惊艳了，是不是？词儿写得好，这人物关系也清楚。这正好。人物关系是你清楚。这呀，我没想到，说是吧？就这么好的太平歌词，啊，不过瘾，您再来一遍啊？您再来一遍，我给您500，行吗？咱们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哎，第二天老太太。第二天，你等会儿。晒干了裤子。没有，老太太湿一宿还得，啊，就头一天的事儿，头一天。别急啊，别急。能不急吗？我，吃这亏吃的我。庄公
闲游出趟城，对，南北角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着猪，对吧？扭回头看见一个小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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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小哥哥，跟一个小姐姐，不是小哥哥，老太太，怎么老太太？怎么了？跟刚才不一样了？不一样，不一样就对了。怎么对了？这玩意儿就一次性的，这骗人的。